这个开会还怎么参与更多的，就是那意思就等一下确定好了。还没有吗？就是我们先开会好了。是。等一下确定。我们现在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24日星期一上午9:02至12:27，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罗志镇等12人，列席委员萧美琴等31人，列席人员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经济部政务次长沈荣津，科技部政务次长蔡明琪，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明鑫，主席吕召集委员玉林。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防部部长冯世宽率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经济部次长、科技部次长、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国防科技产业发展推行委员会、国防部国防科技处在我国国防产业发展策略之组织编制、业务分工、预期目标与成果，并被质询。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科技部政务次长蔡明琪、经济部政务次长沈荣津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明鑫报告，委员罗志镇等11人质询，均由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政治作战局局长文正国、军备局局长何安济、主计局局长陈国胜、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衍璞、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陈生在、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经济部政务次长沈荣津、科技部政务次长蔡明琪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明鑫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徐志荣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一案，有鉴于近年来屡传国军退出役官兵于赴中旅游、经商或探亲等活动时，遭中共情报工作系统接触，以威胁利诱之方式吸收，进而于返台后透过既有人际网路渗透国军现役军官，窃取我国国防机密，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诸如近年发生之特种军事情报室退役少校陈曙龙案、海军退役上尉钱经国案、海军退役中将柯振胜及郑小江案，皆是循此模式发生。为保护我国国防机密及国家安全，掌握国军退出役官军官赴中情形，并及早发现其中异常状况，了解其与国军现役军官之接触情形，实为反制中共对我情报工作之必要措施。原此，建请国防部会同国家安全局、内政部移民署、法务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于2个月内研议并规划，就退出役未满3年之国军军官出入中国及港澳之情形，依法建立个案管理资料库，并视其退出役前接触之业务机敏性，延长建档管理时间。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王定宇、陈廷飞、吕孙林、林长佐、罗志镇。决议修正通过。以上宣读。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行政院国土办公室主任、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局长率军事安全总队总队长、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国防部宪兵指挥部指挥官、国防部电讯发展室主任、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内政部移民署副署长、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长报告我国反恐策略、国际反恐情报工作参与情形及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特定人士情报掌握之相关反制因应，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与会的人员。国安局的王副局长，还有国土办公室的主任黄主任，还有我们内政部的警政署的副署长周文科，
周副署长，移民署的副署长杨家俊，杨副局长、杨副署长，还有调查局的副局长李长明，李副局长，海巡署的政务副署长胡义刚，胡副署长，还有国防部的保防安全处的副处长詹副处长，宪兵指挥部的参谋长冯参谋长，军事情报局的执行长，我们的盛执行长，电讯发展室的执行长万执行长，军事安全总队的总队长刘总队长。好，还有介绍我们与会的委员，罗志正罗委员，王定宇王委员，还有蔡思印蔡委员。好，现在要来确定议事录，在场的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刚刚到场的陈定飞陈委员，议事录啊没有意见。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国安局的王副局长来做反恐的专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承贵委员会邀请进行报告。我国虽非恐怖组织主要攻击目标，但面对国际恐怖攻击活动，仍然秉持严肃面对、审慎应处、隐而不显、外慈内张，以及阻绝境外迷惑无形的原则，提高警觉，加强反恐的应变准备。有关报告的内容摘要如次：第一个，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一，国内外尚无恐攻具体的征候。我们依据澳洲智库所公布的一个调查，在这里面我们在全球162个国家中排名第113名，他们评估我们是一个比较恐怖攻击低度风险的国家，但是还有一些征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在外部的风险我们还不能够做完全的排除。从2015年美国将我国列入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行列之后，陆续的有一些伊斯兰国的一些宣传影片标示了我们国旗等等。那么另外，列管的涉恐人士偶有入境或者过境我们 国家的情形，显示恐攻的外部风险还不能够完全的排除。另外，国内尚无内生型的风险疑虑。从国安单位近期所查获在社群网站中张贴支持伊斯兰国有关讯息的个案，经过我们整体的分析，并不是真正具有极端主义倾向者。第二部分报告，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需强化反恐的维安。我国将于2017年8月19日至30日，由台北市政府主办世界大学运动会，预估汇聚要超过150国12000人与会。那么由以往国际上所发生的案例，不乏有运动赛事遭受恐怖攻击的一些案例，继续防范国际恐怖组织或个人借机攻击破坏。第二部分是我国反恐机制及策略。第一项，我国反恐运作的机制，国家安全局负责反恐情报的整合以及情势的综合研判，协助行政体系应变准备。我国反恐的策略作为，在本局部分，第一项是加强国际反恐的情报合作。那反恐的行动需要跨国跨部门的合作，需与国际社会建立频密横向的联系机制，以分享交流相关的讯息，来积极拓展国际的合作管道，与各重要国家情报机关均建立合作的关系，透过情资交换、实务参访等方式，
来强化反恐资讯的交流。另外，协助落实国境安全的管理，本局透过国际合作友方收集涉恐或者具有危安顾虑的外国人士名单，提供移民署来落实国境安全的管理，以达到先其阻绝境外的一个目标。另外，也注收内生型的恐怖活动的增厚，以及防范于未然。再来是强化网络恐怖活动的勤收。那么，为了因应恐怖组织持续透过网络社群的媒体来宣传极端的思想，或者以通讯的软体来指导制作爆裂物等，我们协调国安单位加强网络的勤收，防范国人仿效实施暴力的行为。另外，也收严危安物品的先期预警。本局已经持续协调各国安单位清查各地有关危险物品、爆裂物相关的事业单位，来建立异常购买的交易通报机制。另外，也协请相关的单位落实来查查 TATP 等常见爆裂物原料的一个遗失、遭窃等为异常的增厚。来，另外也预请业者来协助通报。另外，本局在本年5月30日已经邀集了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警政署等单位，研议常见爆裂物原料安全的管控作为，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研议，能够达到加强防范不法民众取得原料制造爆裂物。另外，也加强人潮聚集处的勤收集安检内容，请参阅。另外，在支援四大运反恐维安情报需求部分，本局在本年的4月已经整合各国安单位成立专案，每个月都会召开反恐的情势会议，协调有关的单位来强化反恐勤收及协处的作为，并能够掌握影响赛事顺利进行的安危的弱点，来支援主办单位提升安危工作的效能。第三大部分是国人遭恐怖组织情报掌握的因应作为。那国内媒体有陆续的报道，我们有69名的国人被认为是台湾富豪，遭到伊斯兰国列为恐攻的目标。本局的因应作为如此：第一个，协调查证名单的真实性，经过协调国内外的管道查证。那国际情报合作的单位鉴定这个名单原始于2001年，目的不明，公布当日即遭移除，没有广泛的流传。名单并非真正预定攻击的对象，而是伊斯兰国对外之心理作战。这份名单我们也协请警政署以查访的方式来查证比对。有关的这个查证清查的情形，本局在8月12日已函转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做参考。第三部分，依据相关的资讯，本局综合这些查证结果，上届的名单姓名的真实性、资料的完整性均低，判系伊斯兰国与网络随机收集发布各国公民各资的心理战的一个方式。另外，协调强化反恐的作为，本局基于御敌从严的原则，协调相关的单位强化反恐其松及协助作为，尤其伊斯兰国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动态，我们特别列为注受的重点。另外，也预请民众保持冷静。反恐工作一向采取隐而不显、外慈内彰的原则，对于媒体报道引发民众不安的情势，以事实说明，以安定民心。所以本局在10月4号即发布新闻稿，预请社会大众保持冷静，若有违常的疫情，请立即的通报警调单位来做应处。结语部分，请参阅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现在请国土办公室黄主任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奉委员会指示，我们就我国反恐政策、我国反恐策略、国际
反恐情报工作参与情形及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特定人士情报掌握之相关反制应用进行专栏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正。首先，在我国反恐政策及实施重点方面，依据过去几年国际间对我国遭受恐怖攻击的风险评估结果，虽然显示我国目前属于低风险国家，但是由于国际的恐怖组织有分散化、独狼式的攻击的趋势，为各国的反恐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对我国而言，鉴于全国化及交通通信的便利，我国仍然有遭遇这个重大危安或者是恐怖活动相关的问题，都必须要谨慎防范。因此，我们采取了下列的反恐政策：善尽国际公民的责任，恪遵联合国各项反恐决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从人道及安全的立场全力防堵任何恐怖活动滋生的根源及从事恐怖活动的途径，将可能的威胁阻绝于境外，并防范境内重大危安或恐怖活动的风险。在这个政策下，我们以预防、保护、减灾、应变、复原为核心任务，推动前瞻分享与预警、全灾害风险管理，整合应变能量，发挥防灾韧性，推动国际安全交流、合作等工作。重点为在预防方面，强化情资取得与分析；在国际方面，我们与欧盟和美国等重要盟邦建立联系管道，情资分享，掌握全球最新动态，并协调各单位加强与国际间反恐情报交流。在国内方面，我们深化情报作为，加强预警能力。相关单位接获有关恐怖活动或重大人为危安情资时，必须彼此通报，协调整合，加速应变处置能力。第二，在保护方面，我们的重要工作是阻绝境外威胁，防范境内的风险。首先，我们强化管制和阻绝的措施，借国土安全政策汇报及相关协调会议，督导移民署强化边境管制，经济部、财政部、关务署、内政部、卫福部等加强各种恐怖攻击可资利用的物质的管制，法务部、财政部等阻截恐怖组织资金的来源。然后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部分，我们督导各关键基础设施的主管机关遵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指导纲要规范的风险管理架构，针对人为灾害、天然灾害、人为危安、网络攻击，拟定各项防护及应变作为，借实际运作及演训结果不断检讨改进。另外，我们也推动 IHR 指定港部的核心能力的计划，配合 IHO 推动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来召集中央相关部会，并整合公司部门跨公司公部门、事部门来，以及各港部的驻港单位共同来参与，要求各港部源头管控公共卫生为可能造成疾病和国际传播的公共卫生危害。目前已经完成两期的计划，包括七个港部，可涵盖我国95%以上的入出国旅客数及货物吞吐量，并已由国际专家进行认证通过。第三，在减灾方面，我们排除潜在的冲击，建构防灾韧力。首先，我们实施风险管理，落实持续营运目标，要求各机关定期盘点资产、建设冲击的弱点和威胁，拟定改善和应变的防护措施，以排除潜在的冲击，降低灾损的范围。另外，我们也办理演练、验证及强化应变措施。例如，金华演习是针对跨部会的复合式灾难进行演练。近三年来，都以2017年四大运安全维护工作为主题，
拟定三年的实施计划，办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讲习训练以及兵籍推演和实兵演练。另外，在联安专案演训部分，每年结合国防部、内政部检政署、海巡署的特勤部队办理联安专案演训，针对特定状况以实枪实弹进行联合操演，加强反恐作战能力。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部分，我们也办理演习，自从2014年开始，每年办理五场次的以全灾害风险为想定的 CIP 指定演练，以及十个场次的 CI 自行演练的访评，来验证安全防护机制及应变处置的程序、后值防灾的任力。在应变方面，我们订定行动准则，确立应变的架构。首先，在精进通报及应变机制方面，我们订定了国土安全应变机制行动纲要以及紧急通报作业规定，要求各相关部会拟定应变计划，平时及组织幕僚小组执行风险评估及演练，并与国安单位密切配合。如果遇到恐怖事件，则依行动纲要由负责的部会召开先期应变小组或二级应变中心，并担任指挥。另外，纳入国安单位、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共同来处理，联合应应。当情势扩大时，则成立一级应变中心，由本院副院长担任指挥官。另外，在特遣部队执行反恐任务部分，我们订定了联安专案指导纲要。当国土安全应变中心一级或二级开设的时候，由指挥官请相关机关首长命令所属反恐部队担任执遣任务。第五，在复演的部分，我们提升了核心的业务的持续营运能力。我们督导关键基础设施的主管机关依据风险与威胁，统筹有限资源，采取有效益的资源分配，作为进行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紧急应变及复原的准备依据，以维持政府基本功能的持续运作，减缓关键基础设施营运中断的影响，进而强化国土安全与国家安全，保障重要设施设备和资产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与福祉。第二，在国际反恐活动参与情形部分，主要是参与国际间国土安全与反恐议题相关的会议或研讨会，进行经验交流，并配合国家整体外交工作。第二是推动区域国际合作，就以欧盟就双边反恐与国土安全议题进行交流，并深化国内外反恐及国土安全业务的对话，例如反恐议题、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大型活动赛事反恐维安、各国国土安全架构及紧急应变机制等等。此外，在 APEC 架构下，我们参与了反恐任务小组会议，并合作办理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研讨会。此外，我们也加强我国与国际组织在反恐议题上的合作，体现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意愿和成效，并促成国际专家学者来台授课和师训。此外，我们也接待国土安全业务相关的外宾以及驻华机构安全官员的互动，扩大对国际国土安全议题各方面的面向以及的了解以及参与。最后，在于对于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特定人士情报掌握的相关反制应用部分，对于目前国际反恐情资传闻有69个台人被伊斯兰国列为绑架对象，我们的应处情形如下：第一，我国本于尊重基本人权的普世价值，由外交部主导，参与相关国家与国际组织提供的人道援助，并未涉及军事援助或者行动。媒体猜测恐怖组织或依据这个行动对我国来报复，但是并没有得到证实。第二是国
国安单相关单位早有掌握外交部驻英代表处所取得的名单，并立即查证。不过分析的结果研判该批名单有颇多查无此人的状况，可信度及准确度非常低，并无多大的情报价值。第三，我们就请国安单位基于一举从严的原则，配合我们的应变机制，保持警戒，协调国际反恐情收机构严密驻侦恐怖活动的发展，强化反恐情收及应处作为。最后，我们对于经商、就学或旅游国外的台人的安全，我们责成外交部、教育部、交通部等相关单位落实通报机制，并随时公告相关里外安全的资讯，以保障里外国人的安全。报告完毕，请您指教，谢谢。接下来请政战局的保安处詹副处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政战局实施反恐情报掌握反制应变的专题报告。首先向各位委员表达对政战局在业务推动上的支持跟策略。第二，以下仅就本局实施协助我国反恐预警情资收报工作提出报告，敬请指教。一，本局依照国家情报工作法，视同国家情报机关，指导军事安全总队针对足以影响国家安全或利益之资讯进行收集、研析、处理及运用，其中包含恐怖分子对我渗透破坏及危害社会重大治安事务等预警情报的情资的收报。二，105年，本局依国安局政策的指导，针对国际恐怖组织网络筹款、招募成员及恐攻侦后等非法活动之预警，均列为反恐情资收报的重点，迄今尚查无发现有相关情报线索。三，鉴因国际恐怖攻击曾指明本国可能为攻击目标之一，我国面临恐攻威胁尚无法排除，为有效因应及预防恐怖攻击活动，建议应尽速参考国际立法案例及经验，建立相关的反恐专法，以维护国家及人民的安全。另外，面对国际两岸及国内安全情势的变化，本局未来会依国安局的指导，持续加强驻收室内的情资，并通报相关的全管单位来严处，全力防堵不法的渗入。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赐教，谢谢。现在请警政署的副署长周副署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首先感谢贵委员会各位委员对本署及所属业务上的支持跟指导。今天仅就相关的议题提出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一，前言的部分，刚刚国安局、国土办几个单位都已经有做过分析啊，这个部分请各位委员参考。二，我国反恐的策略。一、组织架构的部分，依据行政院国土安全政策汇报设置及作为要点，本署主责是暴力重大人为危安或恐怖攻击应变组，处置各项重大人为危安或恐怖行动应变作为，发生疑似暴力重大人为危安事件或是恐怖攻击时，那由本署以危害发生或有发生之余时，成立先期应变处置小组，视情况之演变，再成立一级或二级应变中心。二，本署防此的作为，一是积极推动反恐的宣导，加强应变的演练。那本署是收集国内外的资料，转拟民众反暴力、重大人为、危安或恐怖攻击的讯息，在本署的网站供民众使用，以提高民众反恐的警觉，并针对人潮易聚集场所进行加强巡逻，
临检勤务，并予拟各项防除的演练。第二个部分是协力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措施，是根据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计划指导的纲要，执行相关的安全防护任务。第三是维护驻台机构及外侨的安全。第四是提升维安特勤打击恐怖活动的能量。这个部分，本署会强化维安特勤队的培训训练，精进装备，以提升打击恐怖活动的能量。第五是测定优先防止的目标，这个部分本署已订定执行的计划，并且清查辖内重要的维安场所，作为优先防止的目标。第三个部分是国际反恐情报的工作参与情形。一是积极与各国的执法机构建立联系的管道，在这个部分，本署与各友邦国家运用国际情报网络，循多重管道进行情资的交换，及时掌握海外的维安情资。第二是主动跟驻台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本署各外国驻台机构均建立联系的管道，一旦掌握涉恐的情资，即循系统呈报上级参处。三是强化反恐的实务交流，这个部分本署不定期邀请外国的执法人员来台进行反恐实务的训练交流跟情报的分享。第四是透过驻外联络官取得及时的情资，目前警政署派驻在十个国家地区的人员均与各国的执法机构保持情报交流跟交换的这个管道，并且透过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协查及情资的交换。第四是有关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特定人士情报掌握之相关反制因应的作为。一是专业情资的研判掌握，及时保护国人。未来如果有收集或是接获恐怖组织拟杀害国人的情资，经过本署综合研析情资的来源、内容、危害等因素，鉴定这个情资的可靠性跟正确性之后，本署会报请国家安全局及行政院国土办来核处。二是专人执行告知，以保护国人的安全。这个情报如果经过国家安全局或是国土办评估，认为有告知当事人的必要，并且责由本署来执行，那本署会指定适当的人员来执行任务。三是规划勤务，适时的保护当事人。上开的这个情资啊，如果经过国安局还有国土办评估，当事人有具体危害之余，并且责由本署执行安全维护，那本署会依当事人工作的属性、安全维护的程度以及其程等相关的细节，妥适的规划勤务，并且指定适当的人员来执行任务。五是决议的部分，有关反恐的部分，严肃面对，审慎应应，外慈内彰，隐而不显，是当前反恐处理的原则。那本署相关的防止作为未曾松懈，除持续加强平时的应变准备工作外，针对任何维安的增厚或是维安的情资，均视为风险威胁，采取适当的措施，并避免引发不良的影响或民众的恐慌。那尤其是针对2017台北市大运运动会可能遭受的各项威胁，那本署会持续的缜密规划维安的工作，确保整个任务的遂行。以上报告，敬请指教。现在请移民署杨副署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移民署报告。本署在这个强化国境安全及执行相关反恐作为呢，我简要有三项报告。第一个是加强国境线入出境管制的筛选部分。本署因为能够客与航空公司报告提前报告这个旅客的
这个通报名单的义务，所以说我们建置有航前旅客咨询系统，因而我们能够针对特定国家旅客及特定航班加强预审的通报。如果预审查获特定地区对象人士，可于班机抵台前获报，并预先防处。第二个，本署在106年10月已经跟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签证系统资料借接啊，所以两个资料库是可以合作进行筛选所谓社恐分子啊。当我们知道及早知道这个社恐分子的话，就可以拒发签证，以达阻绝社恐分子于境外。第二个是落实入出境证照查验办理这部分，本署在104年8月已经开始建置外来人口个人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所以我们能够在各国际机场及港口建置外来人口个人生物特征系统的系统，所以外来人口与我国入出境通关时呢，我们都能做出比对，以有效确认曾入境身份、曾入境外来人口的身份。第二个是我们在本署在104年12月，我们也建置了伪变照护照的辨识比对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我们可以查询比对199个国家或地区，总共770种的护照样本，以防止社恐及维安分子持用伪变照的护照入出境。第三个是我们强化国境人员证照查验的执勤教育训练及国际及实务侦测。这里边我们除了每日做成勤前教育之外，另外我们常年教育训练以及经常办理以及办理护照辨识的鉴定考试。第四个要补充的是，我们跟26个国家签订16个国家签订有合作备忘录，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进行反恐情资的交换，这个是要口头报告的。结论方面呢，本署以航前旅客咨询系统进行入国旅客预先审查，以及落实执行禁止入境及通报机制，严密入出国旅客查验，并运用外来人口个人生物特征识别系统以及伪变照护照辨识比对系统等最新科技设备，强化国境安全的查验作为，严防不法分子冒用身份入出国境，以共同维护确保国家安全。报告完毕。请调查局的李副局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先进，大家早安。首先在这里特别感谢各位委员对于我们调查局工作的支持鼓励。现在仅代表我们调查局提出我国反恐策略、国际反恐情报工作参与情形，以及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特定人士情报掌握之相关反制因应，那本局的一个处理跟报告。在前言部分，我国并非恐怖分子攻击的主要目标，但仍不排除有被列为攻击目标之顾虑。我想这个部分，前面几位首长都已经提出，那我就不再做多述。在反恐策略及部署方面，本局是依据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国土安全一级应变中心功能小组的编组，列为情报统合组以及犯罪侦查组的参与机关。任务有两个，第一个是重大人为维安事件或恐怖活动的情资收严，第二个是金融情资交换及研析、情资收报、犯罪侦查或者是预防。那第二点呢，本局为因应国际恐攻事件，已经修订了反恐工作应变处置作为的流程以及分工，将本局各相关的业务处以及外勤站都纳入，是重点为对国内易受恐怖攻击的目标，依情势研判来提列重点，驻收预警的资料，与我们情势有军单位间保持联系协调，建立通报的联防机制，针对可疑的外籍人士以及激进的外劳、生产爆裂物的化学工厂等进行异常的清查建档，对疑似恐怖组织或个人的财产、银行资料，我们会依《资恐防治法》《洗钱防治法》做提报，并进行资金的清查。至于有关今年这个6月外交部函转，我驻英代表处收报就是伊斯兰国，
所在网站上公布你杀害我国人69名的这个情形。刚才几位首长也都有做报告，初步清查这些资料讯息是15年前的资料，而且并不完整。有些是公司行号，也绝非当初他们所说的是中华民国的富豪。那目前，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做深入的了解。那有几个可能有一些地址的部分，我们会针对这些人员做一些持续的了解。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有关可能会被 IS 组织列为对象的这种原因跟顾虑。在策进作为及相关反制因应方面，第一，主角涉嫌对象于境外，积极配合内政部移民署，透过航前旅客资讯系统以及与美国的恐怖分子筛滤中心通报的联系机制，我们来掌握疑似涉恐对象拟入境的名单，并且清查与国内相关人士的背景，以厘清顾虑。第二个是强化网络的维安预警情搜，针对重要潜伏的恐怖活动维安因素进行分析研判，并且追踪列管。第三个是针对查获行踪不明的外劳，我们加强过滤清查他的国外活动的地区原因，并且了解是否有遭其他国际恐怖组织吸收渗透来台的情势。第四个呢，是针对辖内具有暴力危险性的宗教、政治的狂热或具暴力倾向的精神异常分子，我们做建档清查，以发掘独狼式犯案可疑线索的对象。第五点呢，是加强指导本局驻外的法务秘书与驻在国对等单位以及反恐全责单位联系，收报各驻在国因应恐攻所严采的反制措施以及危险分子名单，来调整本局的应处作为，并且严防境外恐怖分子入台。以上报告，请各位指教。前海巡署副署长胡副署长报告。本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应邀列席大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针对我国反恐策略、国际反恐情报工作参与情形及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特定人士情报掌握之相关反制因应实施报告，深感荣幸，仅就全管部分提出报告如下：一、我国的反恐策略。一、行政院为确保国土安全，协调相关应变体系，特设国土安全政策汇报，由行政院副院长我们担任召集人，政务委员担任副召集人，负责国土安全基本方针、重要国土安全政策及措施之咨询审议，并设置8个业务及1个其他类，共9种类型应变组。二、依据行政院国土安全政策汇报，设置及作业要点，本属为海事重大人为维安事件或恐怖攻击应变组之中央业务主管机关，平时给予国安单位、各部会所属机关保持密切情资交换、通报联系。倘有海事重大人为维安事件或恐怖攻击发生，或经国安单位评估确有发生之余，基于第一时间由本署成立先期应变处置小组，由署长指派4员担任指挥官，或2级应变中心署长担任指挥官，那边国安行政单位及地方政府共同运作。当发生2种以上类型恐怖攻击或事件超出本署应变能量，则报请行政院成立1级应变中心，而括弧由行政院副院长担任指挥官应处。三、因应近期国际恐怖活动频繁，本署反恐预防及应处作为如下：括弧一、因应措施。一、严密情报收整及通报工作。二、加强国境安全查核。三、强化相关预防及应变工作。四、特勤部队那边准备随时支援。括弧二、演训验证。一、各基层单位利用常年训练，加强海上各类型重大人为维安事件或恐怖攻击模拟演练，在去年办理的325场次，今年已要求所属持续加强
各项的状况演练；二、每二年办理海岸演习，实施综合演练，预计明年上半年办理海岸九号的演习；二、国际反恐活动的参与情形，自1993年起，本署每年派员赴美参加跨境有组织犯罪及恐怖主义国际会议，借以吸取先进国家相关执法经验及侦办技巧，并参与多国执法人员交流活动，透过意见交换与经验分享，促进情资交流与网络资源共享，以强化未来共同征集效益。三、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特定人士情报掌握之相关反制因应，反恐怖行动情报验收系由国家安全局负责中理，本署配合办理，并持续要求所属加强勤务部署，掌握维安预警，严密工作管制，以强化情资分享通报，及时反制应变，发挥情报支援政府决策能功能。四、结语，为预防恐怖攻击事件发生，本署将持续遵照行政院政策及国安局情报指导，完备各项反恐准备工作，并透过管道与国际反恐组织保持联系，掌握世界反恐情势及讯息，备力第一时间预防及应处，确保国家安全。报告完毕。其他单位有没有补充报告的？好，没有，那我们就询答开始。本委员会的委员是10+2，非本委员会的委员是8+2。我们的发言登记时间10:30截止登记。现在请罗志正委员。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国安局副局长王副局长？请王副局长。委员早。啊，还有警政署的周副署长。请周副署长。副局长，那个国安局是所有情治单位的一个龙头哈，负责收集所有相关的情报。情报的整合，整合了哈，是。那当然，最主要是做情报的研析跟判断，是。所以情报的交换是非常重要的。在国际上，所谓反恐情报的交换，一个最重要的组织叫做国际刑警组织，是，对不对？想先请问一下哈，下个月很快要召开了国际刑警组织，我们今年参与到底有没有机会？还有警政署这边，我们有没有在准备？还是干脆就不去了，还去不了了？还是持续。在跟相关的国家联系，但是确实遭遇到困难，所以确实是有困难。11月7号举行的4天的会议，显然可能是有困难的。还在努力。好，那我想请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哈，这么多年来哈，当1980年代之后，我们退出了国际刑警组织，在反恐情报的交换方面，实际上、实务上，没有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到底对我们有没有伤害？那个副局长。我想，基本上我们情资的来源是越广越我知道越好。我们光是国际刑警组织这一部分，我们没有参加，到底有没有对我们的情报的收集整理有没有造成伤害，或者说不足？我想确实是有所不足了，因为情报必须要完整、完整性的，那必须透过各个的一些合作单位来提供，交叉比对之后，才能够判断出来这件情资的真实性跟正确性。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警政署能够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由这个组织里面来提供相关的一些讯息，甚至于一些查询的讯息。没有错，所以我们我国没有办法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情报上的一个不足的地方。同样的，我们提供国际刑警组织这一块有没有问题？我不晓得委员，就是如果我们情资要透过某个管道提供国际刑警组织给其他国家。这一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有一些间接的管道都可以。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参加国际刑警组织？你觉得没有问题啊？所谓没有问题，跟要不要参加这是两回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运作这一部分，我们应该在情报上透过国际合作有方是 OK 的，没问题的。可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加入到国际刑警组织，那只有象征意义是不是？没有象征意义，这是完全实质。所以我就是要问的问题啊，如果你我们对外公开讲说有没有参加，事实上，跟那个情报收集没有影响。那很多国家直接讲，你既然没有参加，没有关系，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参加？当然影响很大。我们希望说，这个情资是越广泛、越绵密越好。你如果不参加，我们必须透过间接的管道去。但是间接的管道，你又不能够直接的去提供，这里面会有一个落差。没有错嘛。所以，我们这个缩帖是很重要的。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然后没有参加之下造成什么样的困难啊？甚至尤其在反恐这一块，我们不只是一个得到资讯的国家，也提供部分的资讯给国际社会共同来分享嘛，对不对？是，这反恐应该是一部分的，还有国际犯罪的合作这一部分。回到我们讲国际反恐能力，我国的能力这一块哈，我先请问一下，到底我们反恐行动法行政院的立场还不要推？那个主任，那个反恐办事主任，这个案子过去推过，行政也送出来了，然后退回去了。我国现在目前的立场还要不要贴反恐行动法？哦，报告委员，在这部分一直都持续有在研拟。那由法务部现在还在研拟这个草案当中。那至于这个后续的进度，要请那个法务部这边来持续进行。不过我们国所以你们就丢给法务部了。行政有没有一个小组，或是反恐办事在负责协助推动这个进程？有没有？我们有在协助，比如说我们收集很多国际的资料供法务部来参考。另外，我们也研拟一些这个反恐法里面所必须要涵盖的范围内容，也都提供给法务部参考。比如说，目前的国际趋势里面，对于反恐法里面对于新法的应用运作部分都有特别的加重，或者是对这个参与国际这些那个恐怖组织的这些人员的进出国这方面的管制，各国的趋势都慢慢在加强。没有，最重要就是说，到底整个政府的立场。对于推动反恐行动法，这不是列为一个重要的法案，还是说没有关系，慢慢来？以前推过了，然后立法还没有过，推回去之后就慢慢来。到底我们对于反恐行动在立法这个程序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时程或者目标？有没有？目前是没有具体的行程，所以可有可无了。但是都有随时在准备，就是万一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因为目前在什么叫真的有需要？现在不需要，所以等到未来有需要再立法，这不是很奇怪吗？对。的确是会很奇怪。那因为目前那个国内的对反恐法依据以前立院所提出的六个版本，以及行政院提出的两个版本啊，在审议当中都一直发生问题啊，尤其在牵涉到人权的部分，对，一直都被攻击，所以这部分会有一些困难。那但是呢，在这部分我们还是一直认为有必要来推动这个。所以行政院立场上认为还是有必要，还是有必要，但是没有迫切性。因为我们是想说借着这个在推动过程当中，我们先从别的法制的充实，以及从这个我们研拟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法或者国土安全法这样一个比较没有涉及到人权的部分，也同时在进行当中，我们要看哪一个部分。所以不会有个反恐专法，会不会？就看这三个法彼此的牵制的情形，或者是彼此的一个能够涵盖到反恐的层面有多大。主任就请你们先回去先厘清了，现在听完之后不知道你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一下是国土安全法，一下是还有这个什么基础设施什么法，又来一个反恐行动法，到底哪个是优先次序？是要整个配套，还是说干脆立一个专法？你们行政院赶快厘清一下好不好？好，主任还有那个副局长请先回座好吧。我请问副局长，抱歉啊，本来是想说今天局长会来啊，问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对于国安局的部分啊，但局长、副局长，你的部分是国内的业务嘛，主要为主嘛？是。但是请局里面能够帮你的尽量回答一下，这两天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会议是什么？六中全会是？几处？我可不可以请四处的？四处，副处长。这两天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会议是什么？来，举手。委员好，副长是这两天正在开，24号开始到明天结束，18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全盘掌握。我们很努力在掌握当中。你觉得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有关于中共党的治理问题。党的治理，说从严治党，对不对？对，还有为19大做部署。对，最重要的人事布局，还有所谓的权力偏废的问题。是，我不问你具体的。那个所谓人事的安排，因为可能涉及到情资的部分，到底这个所谓的常会哈七席跟九席哈会不会调整？目前是七嘛，从常这个政治局常委嘛，七位嘛，这个七的数字会不会改变，还是干脆废常？这个目前有关于七席或是九席哦，
各方的讲法都有，我们正在我看报纸，我也知道各方讲法就有。我现在了解国安局你们所掌握的情资是怎么样。明天你今天讲，明天就会验证你对还错。所以我要知道国安局到底情报掌握情况怎么样。对，我们还没有掌握到非常具体非常准确的资料。所以你掌握的跟我现在掌握的差不多。因为我不是业管的这个副处长哦。不是有关于大陆情报业管的副处长，今天没有来是三处还是几处？是我们另外一个业管的副处长，所以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对，我个人不是很清楚，副局长也不清楚。我没有那么的清楚哈。如果委员需要的话哈，我想是不是我们会私下跟委员报告。但是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不论是七席或者是九席，这部分我们都要再做一个研析。就是对于中共未来的发展到底是如何，因为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掌握非常核心的具体的，我们才能够讲出来说到底是一个正确的数字。搞不好明天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对，那还要你研析干嘛？我还可以研析、啊、那我的研析就是区隔出来说，如果是这个样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发展，如果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影响发展，那我们必须那是后续了啦。如果你之前能够先掌握或了解，表示你的情资很厉害啊。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掌握到一些，但是不便在这里公开。好，你们待会我本来想说今天或许有一些这个资料可以提供我们参考，待会下来之后，可以找个同仁在那边说明一下。我了解到，我想要了解你们到底情报掌握如何，是因为明天就一翻两瞪眼了。开完之后，该重要的决策就出来了嘛，对不对？是，对不对？包括到底这个所谓王岐山七上八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惯例会不会打破？会不会新的人事的这种调整、大幅的变化等等，还是原来这五位，包括汪洋啊、王沪宁啊、栗战书这会留等等的，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重要的发展。所以我想，我看看我们这个承办单位里面私下向委员来做报告， okay， 是吧？好，可以。另外啊，想请问一下哈，你们在今年六月掌握那个所谓69名的那个名单，对不对？是。你们比其他单位都早，根据你们报告。我们稍微早一些。稍两天嘛，哈，你们26号，然后外交部29号掌握，然后开始请国安会各单位去做所谓的查访了解嘛。你们26号六月底找到之后，收获资讯之后，有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有透过国际合作友方去查证到底这个名单的真实性。所谓名单的真实性，不是我们国人是不是有这个人，而是说伊斯兰国是不是就把它列为是一个要绑架的目标。我们是透过国际合作友方来做了解，国际合作友方告诉我们的讯息是说，并不全然一定是正确性的。那么这一部分来讲，它可能是他一性做的，因为有17个国家，有4000多个人，所以他肯定都是随机的去摆。所以你们在收获第一时间收获资讯之后，就开始透过国际合作去查证，对这个名单的资料性是正确性。另外也请国内的，大概花了多久时间确认了这个名单可能，或者说这个名单的这个权威可能不够？大概花了多久时间？蛮快的时间，但是我不敢讲这个，我确定的时间，譬如一个礼拜，我不敢讲，但是很快，很快，也加上警政署的一个后续的清查，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做研判说，说在这里面对我们国人的实质的危害性是多大？因为要从他的身份上来看，就不是了。那这段时间有没有做过任何对当事人的这种查证的动作？我想有一些事情，尤其反恐这一部分，大家会造成一些社会民心不安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广的一个角度来看。如果造成社会的不安，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你们是非常低调的，默默的在那边做，在看，去做了解。尤其是透过在那段时间里，透过国际合作友方，能够了解到说，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危害要出现。我们一直在掌握这个讯息，而且当然了，我不能这样去讲的很肯定说一定有或一定没有，而是说迹象没有那么的明确。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淡化来做出。对，但等到10月份媒体披露之后，也开始各种恐慌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恐怖活动，就是一公布之后，或者是一找到当事人之后，那种恐慌性会更大。嗯、所以我们都会采取一些必要性的一些作为，然后去看它的严重性、看它的正确性等等，我们都会做综合的评估。我最初只要提醒那个局里啊，就是说相关情报的掌握跟资讯当然是很重要哈。可是，在确保当事人，你可以判断说他不是。这个正确的名单，或是可能有疑问的名单，给当事人的这种安全，的确要适度的提供的一些必要的警告或等等的，这两个就求得平衡嘛，对不对？是，我们会再做协调。OK， 好，谢谢副局长。好，谢谢委员。谢副长。
请蔡适应委员。主席，能不能先请国安局副局长？请王副局长。委员长，想请副局长说明一下，今天局长怎么没有来啊？也是在做布达，在不做布达哈，对，所以还没就任就对了。就任了26号啊，他只是布达而已，26号生效、啊。26号生效。对，早上是布达，上午是布达。好，今天几号？今天几号？我不晓得委员问这个什么意思。我问，因为你跟我说26号生效嘛，啊、已经布达了没有？就现在在布达。现在在布达嘛，所以还没办法过来嘛。来，是。那我先问你国安局的采购案哦，这里有第一个案子哈、哦，这个我有询问过国安局哈、哦，关于我们国安局媒体有报道我们国安局的车辆的这个总统的安全坐车的问题哦。那你们总共买了3次哈、哦，第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买了 Land Rover 12台。第二次是在去年的12月又买了9辆的警备车，然后再来就106年再编一个预算买 Audi 的一个车子。好，这个没问题吧？好、哦，这是我们国安局提供的，这应该是资料都正确的哈、哦。我要问一下，就是说买了这3个，为什么你们最近又招标一个案子？就是 Rover 的随护车队车队内装严改采购案，这是什么东西？包委员，我可不可以请特勤中心的执行长来回应？可以啊。报委员，这个改装案，内部改装啊，其实它是就是针对一些内部的设施啊、比如说这个窗帘啊、哦，这个脚踏板，还有座位的部分啊，做一个改装的部分的。那你当时买的时候怎么没有一起处理好就好了？因为我们买进来是原车买进来，当初是还没有。对啊，你买车之后就一并要求要处理好就好了，否则你104年12月就买了。然后105年7月才去改案，中间这段过程当中，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这段时间，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用这个车队，所以这个车没有用过。有用过。对啊，那你还说没用过？用了之后呢，我们依照需求啊，然后来做一个适时的改装。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用了才知道有这个需求的吗？总统的随护车队以前没有过这个问题吗？我的意思说，你们应该是一般在。招标过程当中，你们就知道说我车子要加这些设备，而不是用了又拖了快1年，然后说我再编一个预算再来补设备，这蛮奇怪的、啊。你这种事情以后不应该再发生了。是，好、哦，这个我们以后会注意。再来啊，另外一个，我们国安局啊，最近又招了一个标，卫少勤务用气动震爆手枪采购案，有没有这个案子？有，有吗？没错嘛，哈。为什么要这个案子？我想跟委员报告哈，我想我们事实上的警卫部署最主要的目的是迟滞或者是拦阻有意要侵入到我们这个办公区域的人。那么在以往来说是使用的是一个电击枪，那么经过了使用这个年限，第一个年限也快到了，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评估。用这个高压的电击枪会造成人的一个伤害，那不是我们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希望就是阻滞跟拦截的时候，所以他们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说这个防爆的气动枪是比较符合的。所以那我想请教一下副局长啊，全国所有的单位里面有这个想法的只有你们，还是其他单位也有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是我问一下我们国土办的黄主任，来我也请教你一下哈，根据你的了解啊。我们政府相关单位有2个单位要用这个什么气动式震爆手枪？包委员，我不清楚。你不晓得？那警政署副署长周副署长，我们警政署的门口的警卫是配备什么东西？自式的枪支。自式的真枪实弹嘛，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刚刚我们国土办的主任哈，我们行政院门口配备什么？门口的配备手枪和那个警也是自制的枪支嘛，对不对？是。那我们这个调查局的门口应该没有配吧？
那你们的门口怎么处理？我们有警棍。你们是用警棍嘛？是不是？那你们觉得国安局这个你们有没有需要？目前没有需要。目前没有需要。那国安局目前，我想请教一下国安局副局长哈，你们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枪支就好了？要多买这个设备啊？请上大巡台。没有，我刚刚问国安局，没关系，我现在问国安局副局长。嘿，我刚跟委员报告了说，我们第一个我要依据有关的安全的威胁性来看，我想如果说没有那么大的直接威胁的时候，我们并不以击毙或者击伤人员为主，我们是以拦阻跟迟滞这些有意要进入到营区里面来，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我们就用这种。但是有一些有枪支在的，像特勤中心啊等等，这些就必须使用正式的这种枪支。对，因为国安局也有特勤中心啊。是我们对啊，没错啊，地点不同，办公的地点。办公就是在那个你们这是阳明山大楼那边的嘛？是。OK， 好。再来哈，我想再问一下，继续这个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国土办的黄主任哈，来。四大运还剩下296天嘛，哈，那我请教一下我们主任。黄主任，这条，我想这条新闻各位在座的所有的，包括警政署副署长都应该了解哦。媒体有在报道，这次的里约奥运呐，状况不是很好，有球员被抢嘛，哈。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从我们应该是自然是警政署副署长，您觉得2017年我们的四大运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我们在国安团队的努力下，我们有信心。会不会有外国的选手来台湾之后也被抢了信心？绝对不会。这个部分我们会在积极的进化这个。进化，所以你认为会还是不会？还是有可能还是有人被抢？我们会做好准备。为什么要这样讲？好，来，这个是目前我们调查的状况。副组长，你看一下，这是你们的提供的统计资料哈。从100年、101、102、103、104，每年你们查获的枪支啊，我讲去年叫1743支。代表着说，目前台湾市面上流通的非法的枪支其实是非常泛滥的，对不对？每年都查1000多支，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真的有人有意愿拿这一些枪支来做犯罪行为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1700多支，那我在这边也特别提醒，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2017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效的吓阻。不要让里约奥运这种事情在台湾上演。好，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我们都要有这个信心一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好，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在上一届的伦敦奥运，我记得好像我们相关单位也有人去观摩嘛。伦敦奥运的时候，他们也为了达到反恐这件事情啊，他们甚至派了一条2栖突击舰搭载直升机开入泰晤士河，达到一个宣示的效果。那我想请教一下，这应该要问国土办的主任了。主任，你觉得说我们的四大运啊，我们要不要提高我们的成绩到伦敦奥运这种规格出来？以我们四大运的规模啊，它是仅次于这个奥运的。是啊，所以我们的维安的规格要不要比照伦敦奥运的规格？我们自己内部在评估的时候，要不需不需要？是的，我们认为有必要。所以我们有要开一条军舰进淡水河吗？应该不可能吧？没有，不可能。对，因为我们有直接在松山机场等等。对。安置就可以了嘛。好，这里面有所有的现有的我们的相关的特勤单位，我想请问一下，在四大运的期间里面，这些单位是不是都会接受资源做好维安的工作？没错，全部都有吗？那到时候是由谁来统合的？目前是我们依据所谓联案专案的指导纲要里面对于宪兵就是军方的，还有陆军、海军还有警政的，全部都有嘛，对不对？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事情发生的时候，由谁来派遣？谁来决定要派整个人出去？是谁来决定的？是由那个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那指挥中心的指挥官未来是谁？协调他们所属的。那我们未来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的时候，指挥官是谁？指挥官像在那个台北运动场这边啊，是由这个是副市长来担任指挥官。副市长担任指挥官。那运动场之外的咧，运动在警政署这边有那个中央安全指挥中心，是由警政署署长来担任。所以就是到时候警政署署长还有台北市市长有权利根据当时的状况决定是否派遣这些人出境。意思是这样子，不是他直接派遣，他要跟那个比如说是属于军方的，他要跟军方
协调。对，他就跟军方通知嘛，军方就派遣嘛。對對對，当然我了解，不是请他打电话，我是说他来，比如说他认为有需要宪兵特遣队出来的时候，他就联络军方，请宪兵特遣队出动。对，但是刚开始做决断的台北市副市长以及行政署署长，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对了，是不是？没错。OK， 好，再来吼。现在新的一个东西叫做网络的这个安全的部分有在弄吼。我们对这个部分有在努力吗？有，都有。有在努力。你们怎么做？比如说像我们在市政委说他们索尼的这个维安纲要计划里面啊，就有其中一个区块就是资讯安全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在演练的时候都有把资安的这个部分拿作为演练。为什么吼？日本的东京2020就针对这个事情在做了了吼。那我刚刚问了国土办主任，你的意思说你们也有在协调相关单位在做这件事情吗？好，那我就很好奇啊，现在几个通讯软体有没有？你们有办法搜索吗？有办法能够监控吗？目前是没办法嘛，对不对？你自己看这个最近的一条新闻而已，法国尼斯恐攻案之后，警方破获数起的计划，他们的计划用什么？他们是用通讯加密软体来做沟通啊。如果未来在台湾有类似的状况，他也用通讯加密软体，比如说 LINE 啦，台湾最常用的是 LINE 嘛，你们有办法监控吗？这部分就要请教这个国安局或者是国安局。那国安局副局长有办法吗？他把问题丢给你了呢。各个网络的公司都有他的一些规范。是啊，那要必须要争取他公司的同意之后。所以我的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有2017四大运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跟他们谈谈看，有没有可能？跟委员报告，我们透过反恐歧视应用会议有提出这一个议案出来，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说，可不可以说在网络上发现恐攻威胁的时候，啊，我们就请这个网络公司来支援我们。是，但是可能要经过一些协调，因为不容易啦，但我知道这不容易，但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我认为新型代的犯罪里面，它大概都是用网络的软体在讲。为什么？这个我看我这里有写一张。好，我们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台铁的爆炸案？对不对？是。我记得主任你也到现场去嘛？我们警政署都有到现场去嘛？我们后来是不是调查这个人？他说他的电话通年打了几通？五通电话，半年内只打了五通电话。然后这个人能够做土制炸弹，为什么？他上网看的嘛，对啊。那所以我们在网络这一块，如果没办法做好预防的话，你光用所谓的传统的电话监听，你是什么都监听不到的，啊，什么都监听不到的。所以跟委员报告，我们报告里面都有写加强网络的一个啊，我看，所以我才说啊，这个啊。然后另外也加强爆裂物这些化学原料的一些清查，所以这个很重要。我想说之后你再提个醒。然后最后不好意思，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就好。反恐中心这个主任，我上次在内政委员会问过你，你还记得吧？是。那时候你是代主任的时候，我们的对话里面，首先问一下，当时我问你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你没错嘛，对不对？我叫你八月要完工，你跟我答应过的，还有我们警政署的副署长，当时是另外一位副署长来，不是周副署长你来，你跟我说不会跳票，那现在几月了？现在八月啊，不是，现在八月，不是，现在10月26日啊。我们进驻反恐中心了没有？目前没有，据我所知，现在防恐中心里面还要在进行里面的装修。对啊，我现在看到，我就是看到你们的招标，现在做什么茶水间，还有文康室、接待室，你搞好什么时候啊？这不能，四大运都结束了。这边行政院有那个纠正这个警政署在做这个招标过程，所以来再问一下警政署了，这警政署业管的嘛，对不对？来。这个副署长，虽然我们两个很熟，中心是什么时候完成？元月份会进驻。元月份？明年的元月份。一月几号？那就一月一号进驻好了，行不行？他是现在。那我的进驻不是派两个人坐在那边，是真正开始使用哦。使用是是。哦，因为我们的四大运是明年的什么时候？暑假的时候嘛。8/29。对啊，所以你有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有反恐中心可以训练使用嘛？所以在这边，主任你有听到了哈？明年一月一号可以进驻啊？如果还是不能进驻嘞？你已经跳票，在我咨询厅跳票过一次嘞。如果还不能进驻的话嘞，谁要来说明一下怎么办？这部分我们会尽力督促这个警政署啊，能够那个维持承诺，在一月份的时候就要完成进驻。好，以上，谢谢。请陈廷飞委员。
谢主席，请国安局副局长还有国土办王副局长、黄主任。委员好。副局长还有主任好，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到底我们对于反恐怖行动法草案这个部分，我们的看法是如何？报告委员，我们认为反恐怖行动法是有必要，所以我们都有一直在请这个法务部在这部分能够加把劲，我们也都一直在提供资料给他们。那这部分你们提供资料给法务部？是。那请问谁是组长单位？是法务部。是法务部。是。可是我问法务部，法务部说现在并不是他们是组长单位。你们现在你们的国土办跟国安局到底谁是组长单位，现在还理不清楚。那个我们请法务部。请法务部是指。今天是请调查局，您了解这个事吗？还是法务部有相关人员知道？我们局里面并没有被要求参与，我们只是跟国土办一样，被征询情资或者情事这样子。所以是被征询的。好，副局长，谢谢。是。那我们黄主任，那请问这是谁应该处理的？目前是由法务部在研拟这个法啦，那所有因为这个反恐怖行动法会牵涉到很多的单位，所以那组长单位是谁？是国土办吗？就要看那个我们在研拟过程当中是不是把这部分弄在，我们可能是会在属于一个在上位的督导以及指挥的部分的来到底是谁是组长？如果依照黄主任这么说，好像也不是你们组长嘛？不是这个如果说是主政机关的话目前是的确是不明，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在草那个草拟这个反恐怖行动法的话，目前是由法务部在负责。好，那我们分两个阶段，反恐怖行动法草案是由法务部在拟，那未来整个执行，也就是说在执行整个反恐怖行动法的组长单位，在沟通各部会成为一个平台的是谁？应该会是国土安全办公室。是国土安全办公室。那现在我们对于反恐怖行动法草案，我们只有提供资料给法务部。是我们有扮演什么比较积极的动作吗？在我们认为是要不要拿出来？当然要。应不应该拿出来？在你们评估当中，中文评估是认为要了。要。要。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这个我们所有的反恐怖行动法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目前我们比如说在通信侦查什么很多的层面都会影响到我们在反恐怖工作的行动的这种效率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依据，然后也依据这样一个模法来让所有的相关的法令都能够让它更周全，那未来在如果说我牵涉到恐怖攻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依据可以来做处罚。所以依照黄主任的评估是认为应该要，而且有这个法之后，我们才能让整个反恐怖行动更有效率。是。那请问那现在的进度呢？就只有在收集吗？没有，已经有两次的那个草案出来那目前就是在依据各国的一些案例以及各国目前的立法的趋势在做调整。所以现在在调整，预计什么时候这一个版本会出来？因为这个要行政院版嘛。对，行政院版的态度很重要嘛。到底这个有没有需要，是不是你们内部已经有讨论过了，到底要不要送？那送与不送的时间点到底要决定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间点。现在整个恐攻行动那么多，甚至也传出很多反恐组织有那么多的资讯跟资料不断的传出，人心惶惶。那到底现在我们的动作在哪里？我们的积极度在哪里？总是会有一个时间表吧。是，我们是预计
希望那个法务部这边能够赶快尽量尽快把它完成了，就是草案送到院里面来了审。那目前还在看这个法务部的，所以现在你们还是只是期待法务部赶快送，还没办法掌握所有的讯息。我们的掌握的讯息就是说，我们替帮忙这个法务之哎，对，时间上我没有办法掌握，时间完全没办法掌控嘛，是。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组长单位，你认为这是必要的，你应该更确实去了解这个时间点应该摆在哪里。好，这是我给主任您的建议了哈。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想请我们国安局副局长，就是说，前一阵子有曾经传出说，我们 APP 可以追踪元首空军一号的行程，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在那一段时间讨论很久，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安局有什么样比较正面正确的一个资讯吗？ 我想也跟委员报告，起飞跟降落应该是国防部的一个全责，所以在安全维护这边他们会有一些周密的一些部署。我是说你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在你们国安的机制当中，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因应？当这个讯息传出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特勤中心的执行长来做回答？执行长，鲍委员，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请国防部，把这个四编码哈做一个适当的处理了。那，事实上这个部分属于国防部的全责，我们在这边。这个已经，我们已经有请国防部做适当的处理。你们在整个特勤维安的一个部分，你们都有掌控，没有问题。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一块，当这个讯息传出之后，当然我们现在要做防堵嘛，防堵这一块当然是国防部嘛。是。可是问题在我们维安的部分，你们国安局做到哪些你能够掌控的部分？那到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 APP 真的是影响到我们？元首的一个安全，甚至他的行踪是可以被追踪的，那他的安全性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阴影？鲍委员，事实上在在这个 APP 上面哈，我们看到的部分呢、是不会出现这个识别码的，这个空军的部分呢、所以你认为是不会影响到？元首的安全，元首的座机，也就是空军一号，它是不会去呈现在这整个 APP 的一个图像当中的。出现的不是像 APP 上面所显示的，就是这个飞机的识别码是有经过处理的，是有经过处理，但是还是呈现的出来。如果是比对之后，现在媒体所说的是。比对之后，你是可以去了解说这一架可能就是总统的座机空军一号、欸，是有可能是啊，可以。那所以如果比对之后有可能知道这是总统的座机之后，那个安全性你们能够实质掌握吗？跟委员报告，其实总统座机在飞行期间呢、啊，我们还是有请这个空军有做这个在我们的飞行期间呢、啊，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防护。我们请国防部来，国防部哪一个单位？国防部就是可以回答这个部分的，是不是正在来？请派侦战局保安处。包委员，你好。现在刚刚我们国安局说，他把这个讯息交由我们国防部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处理。是的。那现在怎么处理？这个全管是我们通知跟作案部门，我们会现在会做研议。那详细状况再请全管来跟委员做报告。拜托把资料、把资讯能够给我们一下。是的。我们希望说这个东西安全性。元首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是的。好，这个部分再请我们相关单位把资料再给我们哈。是的。
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国安局副局长哈，到底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现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包括他们中国持续全面锁定台湾的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低阶层青年，还有蓝营的县市首长，还有民代在做交流的对象。那请问，这样子在做所谓的差异化政策，我们怎么去看待对于国家安全层面的影响？那中共的目的很清楚，他希望现行的政府要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他透过各种的管道来施压，那这些管道包含三中一清也好，中小企业也好等等，他的都是他的手段之一，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对我们国内的民心会造成 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是我也不认为说会造成很巨大的一个影响。我想自信心很重要，那民众对我们政府的向心也很重要。那基本上中共会不会达到他的目的，那是我们要在观察的。所以目前有掌控所有的讯息这个部分，不会因为他们对于所谓实施差异化政策而对于我们的国安有所影响，应该是这么说。当然，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安全是有信心的。有信心，有信心的。是。那我再就教一下说，如果我们请那个主任黄主任，我再延续就是说，因为世大运可能是未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那现在世大运之后，到底我们真的如同说我们都整合好了吗？还是各自为政？我们现在的所谓反恐的五大精英部队是各自为政还是整合好了？是整合好的。有整合好了吗？我们一直都有在。我们有三个单位是隶属国防部，有两个单位是隶属警政署、海巡署。是，是的。都整合好了吗？是，我们都有，每年都有固定办理这个联安专案的远训啊，那今年也都有继续再办，而且我们都特别找他们来开协调会议，比如说在未来在世大运期间各场馆要部署多少个特勤队的人员，这个我们都有在研议当中。现在已经开过几次为了世大运开的专案会议？专案会议已经非常多次了，我现在都是针对世大运嘛，我是说针对世大运，因为世大运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是的，一项国际型的运动赛事。我们从102年开始就一直都在进行当中，明年就要举办了。对，我们从102年你持续举办，问题是现在一直在规划进行所有的，我们已经在明年要进一步看到我们希望的成果在哪里啊？是，不是你一直在开会，是你今天你整合之后，到底未来在整个怎么让台湾人民更有信心，我们真的准备好了，你要拿出你们的实质状况跟实质的成果，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准备好到底在哪里。 是，好，这个麻烦主任，到底你们开了几次会，针对世大运开了几次会，专案会议不是拉里拉扎的，每一次讨论就是这么多的议题，不是，我真的是说在世大运我们到底有几次的专案会议，然后有多少的我们所谓的反恐部队精英部队整合好，如何待命，如何处理，这些应该都要把它很清楚的条列出来。是，哦，那麻烦再一份资料给我们办公室。好，谢谢，谢谢。我们在王定宇委员咨询完毕之后休息10分钟，请王定宇委员。谢谢赵伟，麻烦王副局长。请王副局长。委员长，副局长，你在国安局服务多久了？蛮长的时间了，应该好几年了。好几十年，好几十年。所以我大概问的有些过去的业务，可能你印象所及的话，就尽量回答了。是，这个是你们今天的报告，在你们这份报告里面，其实写的东西是也非机密，大概我也是 Google 查完，大概都有的东西哈。那有关反恐的作为，大概也是一些表述，但我不会用这个来质疑你们的专业了，因为该做的事情绝对这一本没办法涵盖所有。
可我比较遗憾的是，我在看到你们里面应对的作为，我还看了其他的相关的单位哈，你们对无人机这一块在反恐恐攻这件事情上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是不是先请教你一下，就是有关无人机应用在这个恐怖攻击的运用上，你们有没有提出一些应对作为？我们在法令的修订这部分，曾经也请交通部的在民用航空那个法来不及了，他是说明年的哈。我现在不是讲法，就像我拿菜刀，菜刀不违法，但菜刀应用在犯罪上，我们要去防止这个作为，或者法律现有的法律可以制裁。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哈？像白宫就发生无人机掉在他草皮上面，那些特勤人吓了一大跳啊，里面是没东西啊，那可能是大家要拍照掉进去的。可是接下来，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就在这两年，运毒品的那个无人机哈坠毁，发现上面载着毒品。又更近一点，10月12号，在伊拉克的第二大城这个摩苏尔这个地方，一台无人机掉下来，上面装着炸弹，炸死了两个库德族的兵，另外还炸伤了两个法国的军人。也就是说，恐怖分子运用无人机进行犯罪，进行恐怖攻击，他已经有案例了，而且非常容易，一台无人机30000多块台币，他有方法，也简便，也容易。可是我们在反恐策略上的应对作为，对于无人机运用在恐怖攻击上，我没有看到一个字都没有。甚至于明年四大运，满天无人机在拍啊，有的是记者的，有的是玩家的，你分不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还是严肃问一下，法律立法的部分我知道它慢了，它要拖到明年。我现在问的是，你们国安局或者相关的单位对无人机应用在恐攻上有没有准备？跟委员报告，技术面这边啊，我们确实有做准备，尤其技术面怎么处理？尤其在特勤文案这边，我想我们私下来跟委员报告好不好？这个哈，你们私下常常跟我报告的东西哈，我还是那一句话，我网络查都有了啦。我相信这个不会网络上有。你们的应变作为，我举些例子哈，像日本在2015年12月10号就定了一些办法，这供你们参考，也许你们已经想到了。日本的东京警视厅，他们针对几个方面，第一个哈，你看这很好笑，他们用鸟去抓鸟，他们成立了围捕队，也就在特定的地点，他们用无人机加网状的事情，网状物去把空中的无人机把它拦下来。因为你用电磁波啦，用枪打，那会造成更大的骚动，所以他们有围捕队，而且这围捕队是专责单位，24小时在首相官邸跟皇居附近待命，他不会全面的，就特定地点他有这个围捕队。另外呢，无人机制造的公司，我特别要给各个单位，包括国防部要思考，时代在进步，不要只管硬体。制造无人机的公司几个大厂，像 DJI 的公司设在中国深圳，叫做大疆公司。另外一个是法商这个 PAROT， 这些公司在生产的时候，日本警视厅就要求大疆公司说，你在里面那个遥控飞行的软体，自动把我要求不能飞靠近的，把它限制住。也就是你怎么遥控哈，你飞不进皇居附近，飞不进警视厅附近，飞不进他们的首相官邸附近。他在原始制造厂的时候就给他加了限制，就像我们 Google 有些地方是空白挖空了，我们希望他不要显露软体，他们要求。然后呢，对于限制飞行的时间地点要提出申请。他们在去年设计这样之后，然后围捕队是最后劝导不听的办法，这是日本。那另外呢，美国的 FAA 从2016年8月中，就前两个月开始，针对商用的无人机不得载重超过50磅，这是商用的，如果是一般用是250克，限时、限高、限范围。因为无人机哈，如果你们设定的反应作为是针对遥控的话，那个落伍了，遥控一定一个范围，我输入 GPS 让它自己飞过去哈，那可以跑很远，所以美国又想到这一块。那这些国家以外，英国是国安局的层次 MI5， 英国的国安局特别提出警告，在2015年中，他说伊斯兰国无人机自杀炸弹会针对群众聚集、运动集会啊、演唱会啊，
会针对这个市级车站可能会发动攻击，所以英国的情报单位有注意到这个东西，美国、日本都有注意到这个东西。我拿出来让副局长这边做参考，你们局长今天就要上班了哈。我还是那一句话，你们的因应作为能够说的，其实要说出来让大家安心，因为无人机攻击哈，它容易操作，所以我是不是请教副局长，你能够报告的部分在哪？能不能说一下？我想从情报收集的角度里面看，情报整合的角度里面，这事实上不应该是我们的权管了。但是我们站在安全维护的立场上面，我们确实要必须要掌握跟了解的。所以委员提供的这些，我想我们会协调相关的单位，怎么样去一个具体的做法。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在的。所以这个报告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欸、你们向国会报告，你们有具体的做法？因为我们一写的时候，你最起码写个无人机。本尊有办法，我也可以接受啊。不是，你什么都没写，因为一列就要列到法令嘛，你没有法令去执行，不、这个，我没有叫你们违法，而是说有一些预防作为。你里面针对四大运，你都提了个皮毛而已。我的意思说，向国会报告，我可以接受你有机密，我可以接受你私下跟我们报告，我甚至可以接受我们在那边采取秘密会议。但是你不能报告一个字都没有，然后询答的时候说我们有对策，这样不好了。好，副局长，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国会监督的一个机制。我说你们可以秘密。可以私下，可以机密会议，可是你不能什么都没有。那我们问才说你有办法，这样我会怕、欸，我以为你没有办法。不会，我们情报整合的非常的好啊。对于这些，我们实际上我们都有在做了解跟掌握。所以我针对无人机，法令必须要提供给我们全管单位来做。法令的部分我们要尽力，这我觉得立法单位要加油。啊、我们现在写就是加速立法。但是法令没有完备之前，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无人机，我只是提这个例子，也不是针对国安局，因为有些业管不在你们这边，民航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一块哈，我们台湾虽然是世界恐攻低度危险的国家，我们一般的人民也不要太紧张。我们事实上台湾哈离恐攻是有段距离，可是国安单位或国安局，你们要用最坏的打算嘛，防患未然。所以我现在是提供资料给你哈。我接下来要请问你，因为我看到你们报告里面特别讲到一些状况哈，四大运的反恐其实有点难度，就是你又要监控，你又要保护选手。又要监控选手，对部分的人，又要保护他，对部分特定人又要监控他，又要注意到来玩的游客或者陪同来的家属，家属哈那个名字写起来都很像的地方哈，你们还不见得有他们的背后真实的资料。你们有没有具体情报？四大运，我们若以一分到十分哈，四大运有可能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你们的评估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是针对选手还是针对国家？等等，他选手在我们台湾发生事情就我们的事嘛，就我们在台湾办四大运，因为我已经听到好几次你们提到四大运了。四大运不管是什么形式，不管什么方法，你们自己评估一到十分发生恐攻的可能性是多少？我给你零到十好了，你也可以说零了、啊。就现在的情资来说是零，所以目前情资是零。因为很多选手还没有开始报名。哪些国家要参加，我们也不了解。但是跟委员，这个零是因为它尚未发生嘛？不是零是不发生，是你还没报名。我说有些东西还没发生嘛？对吧？那现在我们跟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组委会，事实上都有做协调了。相关的国家的选手，针对那些国家，我们会做区分的一个等级，也就是说维安的等级，我们会随时的做的。所以你们是用地区啦，特殊冲突地区的。我们依据现在的一些情势跟状况的发展，我们随时做滚动式的调整。那这一块，我们跟国际情报，像第一处那边有没有在交换这些事情？当然有。所以目前但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报名，还没有实际如火如荼，也很难评估。但你们可以评估台北市的应对，台北市政府有没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提供讯息给这个市政府组委会啊。组委会安全防护如果有弱点，我们会在反恐及时应应会里大家共同的讨论。所以他目前还没有提出需求就对了，他们都已经在做了，在做。不，你们还是要去看一下，你不能不知道啊。他们做的及不及格，能不能、如果委员认为我们管的没那么多的话，我们愿意下去看。为什么？安全防护，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相关单位的意见，会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在那出现。我觉得你们到时候还是你们责任的、啊、哈。谢谢委员。我另外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中国网军骇客其实攻击台湾不是新闻、啊、他拿我们这边当操练兵场，那数以十万计的攻击、啊、那目前如果他们攻击我们重大的民生设施、哦、比方说高铁、水库、核电厂，依你们的了解，现在还没有发生呢、啊、我们应付这样子的能力够不够？
我只能跟委员报告，譬如说高铁它的行控中心，他们都有不断的在国土办的指导之下，都有在做这种的演练。所以国土办、国土安全办公室一直在看这一块东西嘛？对，这一块是很重要的，也包含我们相关的国安单位，大家都在尽力这个，因为基础建设的这些事情，有时候恐怖主义，有时候是来自于敌对国，那网络是新形态的作为，那个其实相当难度很高。我不会要求你百分之百，就像我不会要求你百分之百不要发生刑案，那个很难呐、啊。可我刚才问这问题是严肃的问题，就是。是你知道高铁一天多少人？一个班次让他停在隧道里面，他不要破坏你，事情就很大。水库的闸门打开来，那都电脑控制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你们现在纵观，你说国土办有在行控中心，就是高铁行控中心，不是整个的关键基础设施都不断的在做演练的、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有注意到了，有非常的注意。那你对防卫的能力的信心高不高？这个是不是禁锢？相关的单位来私下沟通，啊、我这不是我们业管，我不能跟你讲说好还是不好啊。不是，你们不国土办那，我只能说我掌握的够不够确实，够不够精确、啊。这个其实牵到人民的信心哈。我最后请教一件事情，这个就跟你的几十年在国安局有关系哈。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算了哈。最近发生这个渔船到被海盗绑架嘛，好，恐怖分子绑架我，如果绑架我们的人民，或者海外的海盗绑架我们的人民。目前我们国内大概还没有一套 SOP 机制在处理这个事情，那勉强你们在情报交换上可以去寻求外国了解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就你印象所及哈，比方说从我这边有个表哈，2009年高雄籍的稳发161号被夹持，索马利亚海盗，2010年3月30号日春才68号，这我是觉得这个最悲惨，都已经在谈价钱了，结果。海盗用他们当母船，压着我们的船长跟船员开出去，就被美军整个击沉，三个人到现在尸体都找不到。哦、那像2010年5月6号太原227号，2011年11月4号这个金翼稳号，到2012年3月就这一次救回来这个阿曼籍的纳汉三号，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国安会议这个层次，国安局这个相关层次，有没有被要求提供国际情资、情报交换或协助？就你印象所及，有没有被要求？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会议。不，那上面交代下来，你们业务就会动嘛。当你是负责国内的业务了，国际的部分呢？我们也会透过国内这个管道，有没有收集？就发生这么多件，因为为什么2012年就没了？因为2013年以后哈，海盗劫持几乎都失败，劫九次被打掉哈，所以大概在2012年以前。我想问你说，就你印象所及，有没有公安局被要求说，哎，跟国际换一下情报，看人那边怎么样？有没有被要求做这样的工作？我没有印象，没有印象，因为这个，我可以家属说都没有人帮他。前总统马英九说有，我们透过外交部，透过管道去协助他。可是相信应该有了，我希望有。好，我们的国民在国外受害的时候，我再怎么样没有能力，我都要尽力保护他们了哈。所以你印象所及，公安局没有被要求做国际情报。资源啊，交换这部分，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你的印象所及，你的部分没有了。我的部分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好，谢谢副局长，加油了，好，谢谢，谢谢。现在休息十分钟。
会议继续，我们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请主席先邀请国安局的副局长，请王副局长。好，我们外交部今天有没有来？没有，今天外交部没有任何的代表。那这个警政署跟移民署的副署长，好不好？请副署长，警政署。副署长，好，请教副局长哈。外交部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在政府在大力推动新南向，那据说这外交部他有在考虑啊，要对进一步对南亚国家来释出善意啊，所以已经将过去被我们国安局啊或者驻外单位列为高风险的南亚国家，像斯里兰卡、不丹啊，甚至还有其他国家啊，要考量来松绑跟开放给他们观光的签证啊，而且预计啊今年底就会定案，有没有这样的事？副议长，你们知不知道？没有，外交部没有征询你们，还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征询我们。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在做这样子的规划？我想政府推动新南向，当然需要一些相关国家的一些配合跟支持。对，那如果就目前外交部所锁定的这些国家，啊，我们的了解是南亚六国除了印度以外，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这五国是被外交部列为高风险的第三类国家。啊，那目前全部都是禁止申请入台观光签证，你们知道吗？目前这个禁止状况你们知道吗？移民署，我这边不清楚。移民署清不清楚？哎，你国安局不清楚啊？那移民署清不清楚？我们是了解说对那些国家的签证是有另外做处理，但是不如另外做处理，另外做处理，对。那你知不知道所谓的高风险第三类国家？刚您提的就是第三类高风险，当然它还有分其他类。那好，那这一类的所指的意义是什么？我以为你同不同意？我们请国境大队来帮我。国境大队好啊，谁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到底所谓的第三类高风险国家指的是什么？我们在核发签证上面有没有特别的考量？有谁能够回答吗？那国安局也不清楚，因为签证也不是，签证不是我们在核发，签证不是你们在核发，是外交部在核发了哈。但是外交部在核发，他会把它列为高风险。请上达询台来啊。他会把它列为高风险，当然是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影响，他才列高风险嘛，不是吗？那国安局你们都居然不清楚这些国家是列高风险？不是，他如果来征询，我们要做一个开放，或者是说在做一个管制比较降低的情况之下，当然他必须要征询我们的意见。基本上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不是，那我的意思说，过去他把他列高风险的意思，应该也是征询过你们的意见啊。以往的事我不是很清楚，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你国安局不是今天才成立吧？这一种把境外的人士要来台设不同的类别做管制，好，然后作为签证核发的依据跟参考，这不可能只有外交部来做评估啦。外交部有他的考量在了，或许我们曾经评估过了，我不敢跟委员的保证。所以国安局完全不知道。我不是说完全不知道，我说那国安局的评估是什么？副局长，那国安局的评估是什么？国安局针对外交部所提的这个所谓的第三类高风险国家，譬如说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你们认为他外交部目前在签证给予上面啊，他是严格管控的？那看外交部所提出来的理由是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去做一个？所以你们认为没有差？你们认为其实不需要，看到这些不需要管制，然后看外交部他所提出来为什么要有这种原因。好，那国安局从国家安全的评估，这几个国家有没有对我们的国安会有风险？如果来台的人士里面涉及到国内的犯罪也好，涉及到从事其他非法的活动，当然对国家安全有影响。那这个是不分国家的，这不是废话吗？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人进来啊。他是因为要开放这些，所以我针对这些去谈这些啊。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把这些国家，依外交部来讲，它做不同的分类，
所以我说他一定他有通盘的考量，对，然后去做分类。可是这个通盘考量不可能国安局没有被咨询嘛？就现在没有被咨询嘛？那过去呢？过去我跟委员报告，我并不了解这个过去的事情。那国安局没有人知道，我看这个国家完蛋了。没有讲这个、哦。那我请教一下，那如果他现在要松绑，那你们同不同意？我要看外交部里面所提出来的说明是什么，然后我们要针对国际的这个。好，那你们会考虑什么？你们会考虑什么？他所谓的哈，这个是这一些国家。因为具有高移民风险、哦、那可能是国内有恐怖攻击活动，容易跳机或滞留台湾比较高、哦、曾经有来台后行踪不明等国安疑虑与记录，所以均采从严审查的原则，目前不开放申请入台观光签证，仅能以限定事由申请停留签证来台。所以他还是可以来啊，不是不能来啊。对，他不是观光签证，他不是观光签证，他是用申请停留的签证来台，而且他必须是限定事由，限定事由，不是一般观光你就可以来啊。所以现在我要请教的是，当外交部要来考虑松绑，把它列为可以发一般签证，你国安局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第一个会从以往的这些国家里面有没有申请来台，来台的人数是多少，在台湾滞留也好，发生犯罪的情形也好，我们从这里来做通案的考量。所以过去你们没有去特别针对这些国家评估？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讲说过去没有。副局长，你虽然是副局长，但是我觉得你什么事都说你不知道，国安局不知道，这明明跟国安，我没有讲国安局不知道，这明明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事情，怎么样列注我并不清楚，但是现在还没有征询，如果征询，我们会表达意见。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国安局，你把你过去对这几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考核记录，对我们的影响，对国安影响的考核记录给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我不晓得业管单位有没有。业管单位，你们业管单位是谁？国安局负责这一块的业管单位是谁？有没有国际处吧？我不晓得有国际处有没有？没有。这什么态度啊？你可以说你今天资料没有准备，改天补给我。但是你那个答询的态度，我不知道啊。那你不是现在的事啊？这什么态度啊？看不下去了。这个是国家安全的事情呢、欸。外交部如果真的要开放了，你做好准备了没？你做好了吗？外交部有没有跟你讲要不要开放？没有，没有。但是外交部已经有这样子的讯息，要考虑来做开放，我们才会担心来问你。我今天是好意跟你讲啊，反正不知道撇得一干二净。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外交部给签证，你们在机场挡人？要不要发生这种状况？外交部我就发签证，观光签证，因为新南向嘛，多一点来观光嘛。我发了签证以后，东西全部丢给你国安局，丢给你移民署，你们自己去查那个要来的人有没有安全的疑虑。然后你在机场挡人，需不需要发生这种状况？你们自己去想，自己去想，怎么会外交国安不是一体的呢？这个都还是总统管的嘞，不要推的事情，推事情推得一干二净的。我再请教一下，你回去，副局长，这个是什么岛？来放一下荧幕了，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岛？好，你没有看，我跟你讲了，黄岩岛。请问黄岩岛是不是我们的领土？黄岩岛是不是我们的领土？是不是？是。是嘛？你们有些人还搞不清楚嘞，有人还摇头嘞。不止我们的领土，我们还画了临海基线，1999年画的。黄岩岛最近发生什么事？国安局。最近发生什么事？黄岩岛，
我想我不是业管的，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又不是业管的，因为这个总统难怪啊，处理国际危机乱七八糟嘛。我们有因为国安局都没有资讯给他嘛。你知道黄岩岛最近中非之间谈了什么事吗？我可以不请我们的业管的副处长吗？请副处长。黄岩岛发生什么事？委员好，最近这个黄岩岛，我想我们最主要关切就是。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哦，他在18号到21号访问大陆，那有关于双方会不会谈到这个黄岩岛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有没有谈到？哎，现在菲律宾可不可以在那边捕鱼？是，有关于这一方面可不可以？对，大陆他的想法是说他们会妥善合理的安排菲律宾渔民到黄岩岛附近捕鱼。中非在谈要处理我们的黄岩岛。我们的国安局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建议是什么？你给总统的建议是什么？给外交部的建议是什么？你们的情报是什么？你有没有掌握？将来要谈到什么地步？我们主权是谁的？渔权是谁的？你们有没有掌握？中华民国在黄岩岛的地位是什么？对，委员，我跟您报告，我就说这一趟哦，这一趟这一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哦，他们。对这个问题还会继续的来谈，就是有关于这个菲律宾，他希望说大陆能够同意他渔民到这个周边捕鱼嘛？对对对，他们还会继续谈这个问题。好，那请问台湾呢？台湾要做什么动作？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讲吗？南海、南向、太平岛。国际法庭的仲裁，这些事情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政府有任何有系统的作为跟策略，反正随便人家谈，随便人家讲，甚至有一种心态就哈，那也不是我们的啦，反正离那么远，我也管不着啦，随随便便啦，就让他去发展吧。这还我们的领土欸，我们还去画了领海基线欸。照理讲，领海基线，你知道什么叫领海基线吗？啊，副处长是，副局长，什么叫领海基线？你不要跟我讲，不是你业管业务，你也不知道。那请问什么是国安局的业管业务？你告诉我，什么叫国安局的业管业务？我刚刚问的这些都不是国安局的业管业务，我还真的搞不懂国安局业管业务是什么。主席啊，赶快排他们的业务报告啦，我来看他业务是什么啦。如果这都不是你们业管业务，预算砍掉了。报告委员哦，那个领海基线，我想您也是很清楚了。12海里嘛。对对对对对。为什么要画领海基线？当然就是你的领土，你才画啊。是。啊，不，你违规哦。那你画了领海基线，人家来处理你的领土，人家要来处理你的领土，我们连话也不讲，对外宣示也不发，国安局也没有给总统报告。你没有给总统报告吗？我们有撰写相关的研习报告，所以是总统不理。我是这样合理怀疑啊。如果你撰写的研习报告也建议的国安建议给总统，总统置之不理，那不是你的问题，是总统的问题。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没有做，业务费砍掉，这是你们的法定职责。你们居然可以怠惰到这种地步，国际上发生这么多重大的事情，你要跟你捆，包委员，难怪这种仲裁案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高层会束手无策，会束手无策。我问黄岩岛是不是我们的，还有人答不出来嘞。委员，我跟您报告，我就说我们本局哦，就是善尽这个情报收集还有严整的这个任务。那有关于说，我在想你们搞不好连情报都没有收集的。今天杜特地要去日本，他现在在日本，他已经到日本，对，他才刚大陆回来，然后又去日本，去日本要谈什么？是有什么样子的可能的情况会发生？我想他到日本最主要是谈这一个双方的经济的哦，经济的合作，还有这个海洋的合作，海上的合作，经济合作跟海洋合作，对对对，我想那请问一下。我们10月31号要跟日本谈台日海洋事务会议，对不对？
是，是不是？是不是三十亿？你不要跟他讲，又不是你们业管业务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会议嘞。台日在非日之后，请问你，台日要谈的内容是什么？会涉及到的内容是什么？我想那个我们掌握就是日本有关于这一个会谈的他们的一些立场哦。他们立场是什么？对，我想他们，请问他们的立场对于冲之鸟的立场会改变吗？会改变吗？福岛食品来台湾的立场会改变吗？委员，这个相关的议题，可不可以说我们私底下再跟您报告？因为这个比较不适合在，我们要采取的策略是什么？比较不适合在公开来讨论了。这个已经是下礼拜一的事情了啦。我偶尔看到这样子的国安团队，我真的是摇头。事前没有准备就算了，事后也没有反应。菲律宾去大陆谈了这么多事情，包括我们的黄岩岛的事情，私下都在谈。我们国安局，我不晓得你给总统什么样子的建议啦，可是我们至少从外界、从人民看到的是没有任何反应啊。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反正就媒体报一报，事情就过了啊。鲍委员，那个我们总统哦，在这一个南海仲裁案哦，7月12号这一个仲裁案这个判断宣布了以后，我们总统有对我们在南海的这一个政策，他有提出了5点的看法。陈副长，这你不用来背了，这已经讲了很多次，我们都知道。重点是我必须讲的是，江委员办公室说明对整个区域的情势的掌握完全没有作为啊。反正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国家，人家在这做，人家在谈很多事情，而且谈的事情都在台湾的周遭而已。菲律宾就在我们的南方，菲律宾去找了中国大陆，菲律宾去找了日本，里面谈到了不只是双边的经贸，还谈到了海洋，还谈到了我们的领土，然后中华民国毫无反应，这是我们的国安局。再到江委员办公室再说清楚。好。请回，请林德福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是不是请国安局的王副局长，请王副局长，警政署的周副署长，周副署长。委员好。这个王副局长啊，周副署长你好哈，我请教你，请问警政署，这个整个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在11月7号，这个在印尼巴厘岛来举行，那我们是否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来顺利参加？目前进展如何？我跟委员报告，有关申请与观察员进入这个部分呢，我们跟外交部还持续在努力当中。那有没有机会？因为11月7号马上到了。进入观察员这个要件啊，要主办国还有他秘书室提示邀请。那你现阶段有没有收到邀请函吗？这个部分是不是那个？就我们署里面是还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是，还没有接到通知。我看也是泡汤了啦。那106年度，你今天要是说没有参加国际的刑警组织，那相关的一些情资哦，是我可以透过其他国家来获得，有没有？目前我们是跟各个友邦的国家还是有一些情报上面的合作跟联系。因为警政署明年你有编列要去这个印尼啊、菲律宾、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等等，来加强国际上的联系，来建立合作管道。那对于国际反恐情资交换，是否也一并会列进去来讨论？有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有在10个国家跟地区有派联络官，
那这些联络官住的地区，有些是有邦交，没有邦交，但是实质上跟他们的当地的警察机关都有联系，包括反恐的情资。另外，在国安团队当中，这个国土办跟国安局也随时会指导我们啊，提供相关友邦的情资。所以说，这次的国际刑警大会、刑警组织大会，我们要是没有办法参加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未来就是会朝其他这些去？加强我们的一些一些联系跟运作。报告委员，如果能够加入，那当然这个情报的传递是第一手，而且是最迅速，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反恐当然是最好啊，当然是最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跟外交部在持续在努力当中。那另外这个像美国，他也公开的也支持我们啊，如果今年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但这个部分还是要经过大会，他但事实上我看同意，我看是没有的啦，因为你现在已经月底了，11月7号马上就要举行，这个时间那么短暂，你老早有的话，我相信邀请函一定该是收到了。那王副局长，我请教你哦，是这个有人认为台湾对于这个恐怖组织而言目标太小，但本席认为说政府应该要有心理上的准备啊，来面对这个恐怖攻击。因为6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台的时候，如果这个未来这个像奥巴马要是卸任以后有机会来访台，那届时可能给予恐怖组织攻击台湾的一个绝佳机会。那国安局是否有充分能力来因应像这样假设性的这个剧本？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对任何一个讯息、任何一个警讯来讲，我们都抱持的严肃面对、审慎应处的态度。我想对任何的一些状况，我们都会协调相关的单位，从情资的掌握开始，一直到状况的执行。我想这一部分应该都可以都做好万全的准备了。王副局长，我请教你哈，您是否有研究过2015年全球恐怖主义的指标？据本席所了解，像印度啊、菲律宾啊、泰国的指数都远高于我国。那政府来发展新南向政策，打算给予东协国家免签证的这些措施，以吸引东协民众前来我国来观光，那是否会连带来增加我国遭遇这些恐怖攻击的风险？依您看。我想我们会协调相关的单位做好一些准备的工作跟事项。因为哈，你开放以后，这个贸然全面开放东协，这个十个国家的免签，不但可能增加，这个加重外劳的偷渡、逃跑和非法打工这种乱象，也可能造成恐怖分子入境管制上的一个漏洞。你有没有这个什么看法？ 我们对外劳这一部分啊，是相关的单位都有成立专案在做联合的查缉，不管他是在国内做的犯罪，或者是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活动，这边都可以做一个掌握。那我请教你哦，这个国安局警政署与调查局，这个是否有显示我国户籍之国民参与国际恐怖组织活动？这个无户籍之我国国民以国际恐怖组织有所互动，有没有这种讯息？我们没有发现到具体的征候，因为我认为说那个警政署那个杨副署长，因为我国黑道分子是否有与国际这些恐怖组织有接触的相关情资？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征候，没有是吧？那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台湾，当然我们四面环海，那恐怖分子啊，这个难以这个以难民潮的方式来混进到我国，但是就算有恐怖分子进入我国，那个王副局长，那恐怖分子要是在台湾取得这些炸药的原料、武器等等来进行犯案，可能性有多高？依您看。我跟委员报告，所以针对于这些可能会被有心人士或不法分子作为制造爆裂物的一些原物料，这些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民间的一些厂商也好，贩卖的一些公司行号也好，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在做一个清查，也清查了一段时间。那清查到底有没有？现在没有发现到太
就是买的很巨量的那种这种这个原物料里面去制作这个爆裂物的，我们还没有发现到有具体的。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所以说站在国安的立场，我认为这个一定要去杜绝，要去防范，所以我们会加强、哦、事前很重要。那我继续来请那个移民署、哦、那个杨副署长，请杨副署长。谢谢杨副署长，我请教你、哦、因为、哦、依据外来人口个人生物的这个特征辨识系统、哦、辨别系统，那外国人入境我国必须完成脸部的扫描、哦、和、这个按压指纹，那出境、哦、也必须来按压指纹进行查验。那我请教你，今年一月到十月，那依照各界的情资，有多少个外国人入境啊、或转机过境时第一时间就被查出是一部恐怖分子遭到遣返？我们有数据，但是我是可不可以会后跟委员报告？我们有数据。你们有数据是吧？有数据，会后跟委员报告。到目前，依你所了解，有数据。那不是只有数据而已。对，嗯、人多不多嘛？因为要不管是经过转机，或者是让我们遣返的转机、因为毕竟他一定有一些资料。转机的居多，啊，那有些是要入境的。那当我们掌握到的话，都主角，即使他有签证，我们不让他入境。没有、啊、有没有、就是？那如果说转机的，我们当场都会注意他，必要的时候还会在现场做跟监，而且必要的时候还会转把这讯息转至给下一个他的抵达的国家做资讯的交换。我是认为像这些一定要适度的啊、这个要来公布，是就是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恐怖分子是啊、想入境我国啊、甚至于说来这里转机。我们都有一些因应的方式、哦、那如何来杜绝来防范，我认为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是、哦、那你哪时候才能够将这些资料给我？ 我等一下会后就可以给委员参考，对不 对， 对，我认为说这个 我们有资料，等一下可以跟委员报告。对啊，你啊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资讯请委员见谅，就不要公开它了，不要公开，不要公开它，因为这个依您看，因为其实你也没有公布人的名字，但是都在掌控当中，我跟委员都在掌控当中，包含转机、包含入境都在掌控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料库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哦，因为你只要有，不管是脸部这个特征啊，甚至于有指纹等等，其实在整个国际上。哦、这些恐怖分子应该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些，因为大部分这些人我们都还没有亲自采纳他的指纹、啊、或者脸部社会特征，因为基本上都没有让他们进来过，那除非少数个案、嗯、那你是不是国外有一些、哦、像这些互通的信息资料会给我们这边，不然你怎么去了解、这方面我们是有跟一个资料库在做合作、哦这样哦、所以我们才能够阻绝境外杜绝掉、对，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那你会后、哦、你就把资料给我来了解一下，甚至于我们的资料库都还跟刚有报告跟外交部都有联络，他们发签证就可以阻绝在国外了、这样、哦、对了，这个第一时间很重要，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请召为吕玉玲委员。谢谢主席，请王副局长。请副局长。委员好。副局长，刚刚王定义委员特别问您，您国安局对于情资国内的掌控，你回答说非常有信心，对不对？是。都能够在你的掌控之内，都非常的了解。那今天本席本来是要排国安局的业务报告，但是在上个礼拜三突然接到我们总统府的派令，说我们国防局我们国安局的杨前局长请辞获准。本席想在座的所有人也都跟我一样非常的震撼，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安局长要请辞，不可能他自己拿辞职信到总统府，那在这个期间他的办公室也没有任何打包的情形，
所以我想请教，就叫我们的副局长，您知不知道杨局长他请辞的事情？我想局长在立法院里或在其他地方都讲过好多次了，他曾经请求过几次啊。我想那这个是一个延续的一个状况，只是说时间点而已。但是确实的内情，我并不是十分的清楚。这个消息是媒体发布，我们才知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段时间屡屡的杨局长他有说要请辞要离职，但是很奇怪，屡屡的也发布说哦，总统府跟我们国安局的关系非常的良好，沟通非常的融洽。在这种情形之下，在10月16号，媒体还报道说蔡英文总统非常肯定杨局长对大陆情收资料能够掌控，非常肯定他的能力。这个受到肯定的局长突然间被换掉，说是请辞，其实在可以猜测说他就是被请辞，对不对？我相信是请辞啊。那他被肯定为什么还会请辞？我想个人的想法吧。尤其是我们像国安局啊，这150天的所有我们的国安局里面的很多的高层干部还重缺，还都没有派任下来，这样子的情形是还好哦，老天保佑台湾。如果你发生战争的话，这个情形怎么办？我想跟我所以资料情资搜索全部都没有掌控好，你还可以大啦啦的说很有信心，没有问题，我们都有掌握的非常好。跟委员报告有关一线国家安全的相关的一些威胁，我们确实都有掌握到。国家安全都掌控，那你们的杨前局长要离职被请辞，你们都没有掌控，所以我还是很怀疑我们的国安局对于所有资讯情收方面的掌控还是没有做好，还是很多的问题。那接下来我要问国土安全室我们的黄主任，主任，2017四大运这个运动会，我们要做一些演练。那我们这个演练是你这国土办公室去指挥做一些反恐演练，还是给各单位去自行演练？哦，都有，都有，都有。那据本席知道，10月21号在新庄有排演一场反恐演练，对不对？是。这个反恐演练的情形非常奇怪，本来是恐怖分子挟持公车然后要求赎金跟逃亡的飞机，但是经过演练的过程，警察去询问之后，就变成是一个国内的通缉犯挟持公车，那跟反恐有什么不一样？这根本不是反恐的演习的方式啊！你们这样子演习反恐，你到底了不了解反恐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吗？对哦，我们这边国土安全办公室对于这个国土安全应变机制里面有规定，就是有关重大人为安事件是什么样的状况，恐怖攻击到底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有规有做。但是你这次的演习就是归纳成国内的通缉犯挟持公车这样子而已啊，这跟反恐的演习完全不一样哎、欸！你要知道，这个孤狼的攻击，这个反恐的攻击，它是用最少的人去达到最大的伤害的攻击，他不跟你谈判的、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自杀式的攻击、欸。那你们这次的演习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啊！这次是因为是属于地方政府自己办的演习，跟没有透过我们去。那你说是你指导的、啊？不是，我说我们也有国土安全，你的安全负责什么东西？我们有你的业务是什么？我们有跨部会的演习的精华演习，是由我们被请国。那10月21号这次的演习呢？这个是好像是台北市消防局他们自己针对四大运的演习。对对，针对四大运是各国选手都来哎，是那国际事件呢？是，所以我们的演习反恐演习就这么简单，就公车被挟持而已。
就是通缉犯是挟持，简单了事。那包委员，如果是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所以今天告诉你，就是要你加强，还有一点时间，你要针对这个整个反恐演习这个方式、这个模式，要去严加督导，达到这演习的效果啊，不是交差了事啊。我看到每次演习就是大队人马排练一下就没事了。这个演习我们要知道反恐啊，不要说台湾是最低发生的地方，你们就是敷衍了事啊，这是杂乱无章欸。所以本席提醒你，孤狼的攻击是非常的让人震撼，而且完全是自杀的攻击，你们不要掉以轻心啊。是如果说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主导的演习，我们通常都是会针对这种情况，而且也是指导他们说目前的恐怖攻击的形态和他们的手法是的确都在变化的。所以你要看看很多国际事件的反恐，对对，是，所以攻击的恐怖的攻击里面，是由我们包括你看巴黎、波士顿、布鲁塞尔，他们这个也他们是在学校枪杀，在运动场上发生了恐怖攻击、自杀攻击，这等等都是一个借镜啊！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是的，要未雨绸缪去演练，大家都要积极的去预防，不要发生。是，好，谢谢委员指导。所以，我们希望说这反恐的活动，我们的演习的过程能够更精辟的来做一个演练，尤其是现在反恐的一些修法必须要有一些立法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就像我们2005年我们就有制定的反恐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案，这些虽然是草案，但是这些都能够帮助发生事情的时候最高的指挥官他可以去指挥，不然你没有立法做支持的时候他不敢去指挥。当时有些这些草案，你看这些草案列出来的，2005年的这些列出来的，我们国安局也说有再继续的两次的再列一些草案出来。这些草案有四项都是人权上会影响人权的疑虑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立法，才能让发生时候指挥官可以直接下命令。不管你是通讯，还是我们的通信，还是说你冻结可疑的犯罪的人的户头，这些都要有立法的依据才能够去执行的。所以国土安全局安全处跟我们的国安局要互相搭配，好不好？要防范这个未来，才能够让这些事情能够好好的处理。但是本席在这边更要强调了，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已经咨询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反恐的名单啊，我现在请问王副局长，反恐的名单，您在今天的报告里面特别讲，这69个名单里面有42位完全是假的，3个是重复的，那但是24位呢？这24位资料都是真的咯？你都没有交代这24位的资料呢？而且媒体周刊也特别帮你们去查证，有7位名字、工作、事业完全是符合名单，完全是符合名单。你也说这个国安局把这资料搜索清楚，也会请警政署副署长，请副署长也会请警政署来告诉当事者，告诉当事者之后会去保护他。但是副局长，你忘了本席在咨询你们的问题是这个泄密者，2个礼拜了，泄密者你们找到没有？泄密者找到没有？我们还在清查之中。还在清查？那你怎么掌握情资啊？跟委员报告。你连周刊都不如啊。不，这一定要取周刊那个取得资料，你们动不动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机密，不方便在这边说，再跟委员报告，都用机密来糊弄我们吗？不是，因为这里那欺骗委员吗？
包委员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一定积极的要清出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但是两个礼拜了，泄密者还没找到啊。如果这么，那你们多少事情被泄密，你们都不知道啊？我们知道，但是会经过很多的关卡之后，你会很难往下继续追查下去。但是一定要找到具体的资料。所以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所有反恐给的资料里面，大辣辣被周刊铺露出来，你们不积极的去查询，去看有什么处理的方案，还在这边找不到泄密者，去掌握未来预防不要再被泄密，尤其是我们如何跟国际上的一些组织，对反恐组织，我们用官方或非官方去让我们一些资讯去更新，你们有没有去更新这个情报资料？有没有？你如何更新？委员所指导的哈，我想我们都会透过国际合作友方来提供最新的一些讯息，我们也会送给移民署这边做一个名单的一个清查跟比对，如果有做修正，就会重新做一个调整。要做调整，那你们是官方还是非官方？都有。建立一个平台。都有。让这个互相资讯可以通往，还可以协助，对不对？都有了。好，我再请问一下副署长。警察工作非常多，大大小小 交通指挥也都要用警察，但是现在居然警察要去查菜价，第一时间警政署没有跳出来帮警察说话，查菜价有我们的农委会，也有我们的行政院的稳定市价小组，通通都可以去做一个查询，为什么要用警察去？警察很无奈耶。那我们警政署也没有替他们说话，他们是维护治安的，你完全没有替他们说话。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一回风灾之后啊，这个菜价高涨，那为了要防止这些这个哄抬物价图利这个问题，其实在警政署这个常态的工作里面，我们就有一定的这种作为，所以我们在刑事警察局里面有一个经济科，那各县市重要的这个警察局也有设有经济组，那发生这个事情之后，署里面是有通令，相关的警察局要指派专人去协助检察官或是配合县市的消保官去执行这些查查取缔的工作。但是他们就有消，对啊，他们就有消保官，也有农业局，也有供销的整个体系，他们就会去做了。为什么警察的业务这么多了，还有很多警察过劳死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都没有跳出来帮警察讲话。跟委员报告，这个执行的时候是部分的县市警察局在执行上面这个方式错误了。我们是指定我们的专责人员去配合检察官。专责人员，所以警察又有专责人员了。专责人员去配合，去配合。结果有部分的县市警察局把这个通令一直从警察局转到分局，分局转到派出所，变成派出所的同仁去查。你们就一直喊转就是了啦，你们的业务就一直喊转，推来推去就是了。警政署事后马上，你们不要全包了啦。去检讨。本席在这提醒你。是，谢谢委员的。警察有警察的工作，维护治安。菜价的事情，我们行政院底下就有个稳定市价小组会去处理，还有消保官等等，整个体系都会处理。所以各尽本业本职，做好你们自己的工作，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请马文君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国安局副局长还有国土安全，请王副局长、黄主任。委员好，副局长好。其实国际反恐最大的问题是出在我们国际情报的交换。那我们既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一些国际组织我们根本无法参与，然后相关的国际情资的交换本来就有先天上的困难，所以像而且其次像我们国安机制的问题，各情报单位都是独立作业，很难横向的整合。像这一次的会议里面，我们邀请了
国安局、国土安全办公室、国防部的政治作战局，还有军事安全总队、军事情报局、宪兵指挥部、电展室、警政署、移民署、调查局、海岸巡防署等等，每一个单位其实都多少都有一些反恐的业务，那可是力量都分散掉了。以目前的状况，其实我们有点像美国911发生之前的状况，到了重大事件发生以后，未来我们才要学像美国这样成立国土安全部来统合所有的情报单位吗？不然我们只能祈祷我们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各国安单位都有平台在，那么在执行面这一部分是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 会做政策性的指导，那在情报这边是由我们局里负责来做统合，所以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有一次。其实那个是在平常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刚刚会特别提到说这些平常你都负有这情报的一些业务在，可是发生的时候，像美国其实他们本身没有吗？过去也有，可是911发生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办法马上掌控那个状况，或者之前，我现在先请教我们黄主任好了。我们现在目前编制有多少人？年度预算有多少？目前是编制有17，编制上只有11个人，那另外有借调的有6个人，那另外在预算方面是475万。475万是。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其实我们一个国家级的安全单位，其实我刚刚念的这样，其实它像不像我们台风来的时候那种应变单位？因为台风来的时候还可以先发布警报哦，你在36小时之前、24小时之前，或者甚至怎么样去做因应，你可以开设一级一级的、二级的。可是如果恐攻，有人会先通知我们吗？你当你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立即因应。像刚刚讲的这些单位，你们刚刚有提到嘛？哈，以世大运为例，如果世大运发生恐攻的事件的时候，是由谁来指挥？在地方政府的话，是由由那个副市长。发生恐攻还有分地方政府跟那个，这不是国家的事情吗？是。然后如果说是那个范围比较大，或者是那个造成的危害比较大的时候，是由警政署在发生的当下，我们可以直接去判断说它的大小，因为我们会特别提出来。刚刚主任的回答好像是由警政署还有台北市的副市长下去指挥，对不对？万一这个事情其实发生不像你想象的这样，警政署的署长他是内政部下面的一个单位，他可以指挥各部会吗？我刚刚已经提到，如果是类是恐攻的事件，因为他一发生的时候，马上可能延续就非常非常大，扩大也影响也非常大。那个不是让你可以慢慢的先去调整说，这到底是地方政府来负责，还是由你国土安全办公室来负责，或者其他单位，你怎么整合？刚刚念了一大堆的这些单位，你怎么整合？好，警政署可以去调度，可以去指挥吗？抱歉，刚刚我没有听清楚意思。如果说是万一是真的一开始就发生的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恐怖攻击，而且范围很大的话，当然是由我们行政院会来指挥，成立一级的应变中心，由副院长发生以后再开设一级。会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了，你都还会是24小时、36小时之前就会做因应。恐攻的事件一旦发生，流血重大事件的时候，根本来不及让你开设一级、二级。这是今天要讲的。其实从刚刚主任你所报告的，包括你的编制员额，包括你的预算400多万，你要来做这些事，可见这个是假的。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在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很悲哀啊，政府有钱去有预算拿去搞一些东厂的组织，可是在恐怖活动一直在升高的这个时间点，没有好好的检视我们的安全编制，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弄得好像国际反恐到底是国安局局长要听主任的，还是国安会跟国安局有随时跟你报告这些情资？因为你的情报掌握很重要，我们一直说不是在你发生以后你才去有因应跟作为，等你开设一级二级都来不及了。现在干脆把国土安全办公室去并到国安局应该就可以了，因为反正也没有功能，又没有钱，又没有人，你的预算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这个根本不重视。
接下来我想报告委员国土安全办公室的职责啊，并不是说在完全是在造就是在恐攻的时候要去负责这个指挥中心的成立，而是我们是担任幕僚，所有的这个担任幕僚可以做什么？在应变中心成立的时候，是由各部会所有的那办公室的办公室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办公室有在预防整保护，可是发生的时候，因为你就是有这些人，那这些国安局不能做吗？这些其他的单位的情报单位不能做吗？所以我们现在的一定要你国土安全办公室吗？对，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我们是现在是一个行政与情报的两个双轨制啊，所以那主任双轨制，所以在行政单位是由我们行政。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有类似的情报，国安局跟国安会会不会跟你报告？会。会先跟你报告，是些相关的情资，所以你只负责收集情资，没有我们不负责情资，我们是负责说当有情资来了，有那个或者当下有发生的恐攻的时候，我们要马上去协调，赶快成立应变中心。那个需要你协调吗？国安局跟国安会不能做吗？现在我刚刚再次强调哈，您的功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功能。我可不可以再给？我可以事后会后给。委员把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所的目前在做的事情给您，好，不能说没有功能。而且根据你们的报告，就是说过去几年国际间对我国遭受恐怖攻击风险评估的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属于低风险国家。我想举个例子，第一银行 ATM 提款机盗领案，在没有发生之前，其实从来没有人想过我们是国际犯罪组织犯罪分子心目中的肥羊。可它就是发生了，而且很简单的就让大家可以予取予求。虽然我们很快破案，可是它就是发生了。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可以去评估说国际间有谁可以去评估说台湾是属于低风险国家？它一旦发生怎么办？然后谁会保障台湾？虽然我们不用自己吓自己，然后可是主管单位，你今天开宗明义的认为我们是安全的，那你后面又写这些恐怖组织在全球各地招募训练恐怖分子，有分散化独狼式的攻击的趋势，所以其实又有很多严峻的挑战，其实你前后已经矛盾了。然后本席也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政府，其实各国的反恐工作哈都已经一直在准备，虽然台湾当然没有发生过，大家认为基本上可能不是那么危险的区域，可是从去年开始 IS 其实开始聚集亚洲了，他们也绑架日本人质，然后也吸纳韩国的少年，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其实有300多名中国人已经偷渡到马来西亚，然后再转往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的 IS 控制区。所以 IS 在马来西亚啦、印尼啦、韩国等这些国家，其实也在吸纳这些生力军，对不对？那这些在中东受训的东南亚的 IS 分子，其实也计划要回东南亚行动。IS 的冲击面其实已经扩展到亚洲了，这个我们有没有掌握？有，都有在。那怎么因应？到现在你的开宗明义还是认为我们是安全的？未来我们的西南向政策，还有我们亚洲地区，没有矛盾，其实已经遭受到国际在。我必须要说明，就是说国际间哦，比如我们的评估，它是依据那个人口数，我们没有办法听国际的评估。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包括美国。你们认为美国帮我们，要我们出钱一起去支援？本来我们是安全的区域，当你变成美国的一些支援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被纳入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已经在 IS 的一个冲突区里面了。其实这是我们自己要警戒的，所以我要请教说，我们一直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平常也没有帮我们推向世界组织，所以这次的反恐同盟把我们列在里面，我们评估的可能影响是什么？哦，这部分主要是由外交部、啊、他们依据这个人道的主义、啊、来参与、啊、那都是最。可是既然我们被列入了，你国土安全办公室你就有这样的影响评估啊。对，所以我才会在下面写说，我们还是要戒慎恐惧，来把这些风险
啊，纳到我们的所有的戒慎恐惧，其实这些都是说，就是你在报告上写的啦。我想你说善尽我们国际公民 的责任呐，哈，还有客遵联合国各项反恐决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可是问题是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国际参与的空间本来就很有限。尤其现在其实新政府对九二共识，其实他也不承认。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连参加一个 APEC 都绑手绑脚。我们未来要怎么参与国际组织？我们在情报的交换上面，我们根本没有很好的一些来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国际的合作，然后美国是主动邀请我们，可是他可以协助我们什么吗？美国其实在背后有蛮多的技术还有潜质上面的。举个例子好不好？哪一种技术？比如说我们目前国土安全办公室有跟美国国土安全部。简单就好了，什么样的技术很简单嘛，他提供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加入他们那个国土安全资讯网，它里面就有很多的他们举办的相关的演习啦。这不是很可笑吗？美国举办演习关我们台湾什么事啊？我是举例。我们你说的技术，我要的是说，你说美国因为邀我们进去，他提供给我们什么？你说一个技术，可是又讲不出什么技术。就有很多的风险评估的技巧。资讯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吧？可以。那跟台湾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有的都可以啊。那个资讯网，他提供的是情报吗？今天不要一直让美国吃豆腐了哈！提到反恐的决心，我们可以提列的很多，包括我们的反恐训练中心花了5亿多，到现在有任何作为吗？养蚊子而已。历经这么多的总统，好，最后想借一些时间哈，我们再请教一下，我们的报告里面写的是 ISIL， 是不是可以请主任教大家一下？平常我们都是 ISIS。我们的报告里面，其实它的名称有很多种称呼方法。我们提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所有的讯息，我们所有的大家的认知，一般都是认为 ISIS 跟 ISIL 它的差异在哪里？主要是看哪一个国家的称呼了，像美国说比较常用的是 ISIL， 那一般的民间组织什么会比较常用？你说它的差异在哪里？没有什么差异啊，只是那个。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用？你为什么不用大家比较知道 ISIS？ 因为我们在这部分呢、其实 ISIS 是就是一般啊，就是针对伊拉克跟叙利亚的称呼啦的伊斯兰国，然后 ISIL 是指伊拉克跟黎凡特伊斯兰国，就是黎凡特是英语系国家给地中海东岸的一个称呼，所以其实包括联合国或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外的发言。都是 ISIL， 主任，我想你可能还不够清楚，下次报告的时候，希望让这个都可以更清楚一点，谢谢。请徐志荣委员。谢谢主席，主席，首先我想请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请黄主任。黄主任好。啊，委员好。主任，刚刚也几个委员也提过了哈，我们在明年8月19号就要开我们这个四大院嘛哈。是。四大院是台北市政府在主办，当然一般的评论是说，柯P市长。可否继续连任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处理大忌惮的这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然后一个可能就是说是四大院办的好不好，成不成功啊？一般是这样子，有这样的评论。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国际性的比赛，有关国家的颜面，我们不能把这个安全的问题。通通就丢给台北市政府，没有没有，我们也要主动的，也不能说让台北市政府要求我们的中央部会要协助他们怎么样的时候，你们才配合他。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关单位要主动的去跟他们联系，有什么要大家配合的。虽然老实说，我不是柯P的支持者，但是这个有关国家的颜面。
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四大院能够顺利圆满安全成功的把它办好来。那我要请教主任的就是说，目前我们有得到一些恐怖活动的这个情资吗？关你四大院有？对，四大院目前是没有，是没有。但是我们有一句话了，就是说有备无患嘛，哈。是，虽然没有这个情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做好准备的工作。是的。那我不知道说我们现在有对这个四大院的反恐的工作有准备了些什么？好，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计划有在演练吗？有都有。除了那个什么公车加持的那个以外，那个不是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这边去指导的，那边是地方政府自己举办的了哈。所以目前我们在这部分呢，我分成四个部分在进行。首先是加强国际的合作，我们从102年就透过 APEC。它有一个大型活动的这种倡议的安全的倡议，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安排警政署还有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去参与。那到103年了，我们也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啊，把我们对于四大院的这种那个维安的策略政策，还有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在透过这个研讨会里面去做一个探讨。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也针对这个我们所归纳的这些那个策略啊，我们进行了精华演习3年为期的这样一个好，你扼要的训练。好，那另外我们在这部分，我们都有协助那个台北市政府，他们在编撰写他们的维安计划，我们也都协助他们去做修订。另外，我们也整合了中央和地方的，刚刚您提到了中央。的确是要去支援我们地方的，我们都是主动的。好，因为通常这个国际性的比赛啊，都是一些国际恐怖组织他们觊觎的这个对象了哈，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你就像说那个没有办什么大活动的哦，你像新加坡，我们不能说它小小的国家了哈，至少它土地面积确实是比我们都小嘛。是的，他从这个1997年，他就有展开这个北极星的演习，另外他常年他都在进行这个心跳演习，今年的10月17、18，他还办过他们国家里面史上最大的反恐演习，他还没有办什么世界性的，他平常就是有在这样准备哈，所以说我在这边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四大院之前，我们应该要演练这个大型的这个反恐演练了哈，包括一些情报的这个整合啦，一些机场、港口，甚至于海巡这个偷渡的啦，这个人员的管制、交通运输、医疗救护等等，我们都是要至少在四大院之前，能不能做一个全面性的，大家横向、直向都统合起来的一个至少一次以上的这个演练。我们如果常演练的话，就是有这个恐怖分子他觊觎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我们是演练的次数频繁，然后我们做得很好，他就是不敢趁隙而为啊。我们所谓讲的这个就有一些这个吓阻的作用，您说对吗？是的。那是不是我有没有准备说，有四大院举行之前会至少会一次以上的大型的反恐的演练？是啊，我报告那个整个的那个我们演练的情况啊。那这个境外演习我们已经筹备了3年了啊。那今年已经有在8月5号进行了兵棋推演啊，这个是跨部位的，而且是跨台北市政府的营运中心的应变中心，和我们警政署的这边的中央应变中央那个安全指挥中心两个之间的搭配协调。另外这里面会牵涉到，假如说层级要扩大到中央的时候，到行政层级的时候，整个的应变中心的转换，我们都有探讨了。那另外在今年12月，我们会和台北市政府这边合作，针对现在目前在办理的测试赛，选择一个场次哦来办理
进化演习的实兵演练啊。这一次是比较规模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是按依据有实际上的人潮在那里面，我们去运作整个那个实兵来防止这个一些恐攻或重大人为危害事件。然后在明年三四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型的精华演习实兵演练，那这个目前都已经在筹备当中。好，主任这样很好，好，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这是多年前的事情了，郑总就在这边提醒我们各单位，就是1972年那慕尼黑那个奥运的那个案子哈，我们就绝对不要让那个遗憾的事情发生哈。好，谢谢王主任，您请先休息。谢谢委员指导。主席，接下来我想请我们警政署我们副署长，请副署长。部长好，委员好。刚刚提了一些国外的这个恐怖组织的，那国内的情资的部分，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警政署这边是否也有掌握国内的有什么有关这个恐怖的行动啦，还是什么的这个资讯，这个情资？目前针对四大运的恐怖攻击是还没有接到任何这种侦候，但是我必须在这边提一下，就是说我们时常有这个犯罪集团啊私自制造这个弹药，譬如今年九月我们在新北市汐止区，您应该知道水莲山庄的事情吧？是，那个接线的嫌犯他自己是因为他炸伤以后，我们才发现他没有炸伤的话是不知道我们警察单位什么时候才可以发现，我是不了解的哈。但是事情发生以后，他那个还有一个好像很厉害的叫什么撒旦之母，撒旦之母这个炸药，这个威力是比较强一点嘛，是不是？那是不是我们这个有继续追踪下去，他有没有在外流出去一些什么不良的组织啦，还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发生之后，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还有辖区分局很积极去查，那最后把这个嫌犯也有逮捕到案。对，那我担心的只是说他的产品有没有外流，那些有没有追回来，有没有这个部分有啊、哦？这个是他从网络上面去做学习的。那有关来源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个原料的部分呢、啊，需要加以管制，所以我们也请经济部方面哈、啊、协助我们去做管制这样。好，所以说提到网络，提到这个炸药，我们报纸也登得很大。15岁自制手榴弹，我今天带了一个比正常的手榴弹还大的手榴弹，因为我当过兵，我丢过手榴弹，我记得我当年丢的是没有这么大了，当然这不是了，这个是我们国防部的这个支持国防的这个文宣品了哈。那我主要不是责怪这个15岁的这个小朋友，我倒觉得他搞不好是一个人才，啊、哦，报纸好像也写着，校长也说他是很聪明、很乖，他很有创意的人，甚至于我希望我们国家关心于他一下他未来的发展，他如果是这方面的人才的话，哈、哦，真的搞不好我们国防部也好、警政署也好，还是哪里把他网罗起来。以后他研发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什么也不一定啊。我主要讲提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网络上，刚刚你也有提过，在网络上这小朋友他可能有好奇心，他有这个创意，他想要怎样就把它组起来了，结果自己炸伤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简单可以在网络上购买一些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就会造成有杀伤力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对这方面的有危险性的这些东西，我们至少我们管制上
会不会太松散了一些？是不是有关的那些东西管制上要稍微严格一点？谢谢委员关心。有关这个部分，像水源山庄这个案子发生之后，署里面也跟相关单位有做过联系，那也请他们就原料的部分加强去做管制。那另外有关网络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网络上的巡逻，如果有发现这种网站的话，我们会去做约制跟取缔这样子。好，那谢谢副署长。那最后，主席，我想请我们国安局副局长，请王副局长。委员好，会长好，会长，我现在有一个稍微一个小小的疑问了哈，就是说，我们不是给我们小英总统编的2000多万的这个4000cc 的四个圈的那个什么四个圈的奥迪的车子嘛 ，A8， 好，那个等级可能就是跟我们德国总理梅克尔的等级差不多一样的了哈，应该是差不多一样，是吧？我也是要问 A8 的等级，不是，就是说我们小英总统现在买的这个奥迪的4000cc 的车子，以后改造以后就是差不多跟德国总理梅克尔的等级差不多了。我们特勤中心会依据安维的需求去。好了，没有关系。那我主要是说，德国的这个名车啊，也不少了啊，譬如说宾士啦，什么 B M W 啦，我们现在选购的是奥迪。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特别选奥迪？我可不可以请特勤中心的执行长来回应？简单就好，因为我时间到了。主席不好意思，我只是好奇哦，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是说抱怨很简单，就是我们公开招标，它是最低的底标，就是最低标。那个有时候公开招标，有很多工程还是怎样，都是以最低价去得标，并不见得是好的事情哦。尤其总统的车子，你说2000几万多少，我都没有意见。国安你们去评估，有需要怎样？就是这样子，你不能说用最低价的，那个不能用最低价的这样来得标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国家的元首的安全性也是有关系的呢。应该安全的考量为第一啊，你不能说用最低标的，好不好？是，谢谢，报告。谢谢委员。请李淑玲委员。主席，有请我们国土办主任，还有警政署主任，还有警政署副署长，请周副署长。喂，你好。主任还有副署长早。我想我们两位其实都知道，说我们2017年即将要举办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国际赛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四大运。那在这个四大运期间呢，我想会有很多的大量人才会进入到我们台湾来，那到时候也有上千位还有各国的观光客都会来到我们台湾来参加这个赛事。所以我认为说呢，任何在境内风险控管还有阻绝境外的威胁的工作呢，我想我们国土办还有警政署这部分都要来相当的谨慎和仔细来注意这项事情。那而且说在我们台湾举办这样子的一个重大赛事呢，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恐怖攻击的一个目标。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就是目前我们四大运的反恐维安是由哪个单位来做一个主责？那反恐维安的预算呢是由哪个单位来做一个编列？是不是可以请哪一位说明一下？目前这个所有反恐维安的工作哦，那我们有分了地方和中央还有另外还有我们国安系统三个主轴在办理整个的维安的规划。那由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这边做一个统筹的一个督导。另外预算部分呢，都是由各单位自己有自行编列，那主要是由那个
台北市政府他们这边有编列，另外警政署也有，我们国土办也有部分经费。所以预算编列的部分有三个部分，就是台北市政府、国土办还有警政署三个部分吗？对 对。好，那我想看针对有一份报道当中，他有提到说，针对四大运的防恐维安任务编组上面呢，我们行政院有成立了一个中央安全指挥中心，那是由我们警政署担任这样子幕僚的单位，那由内政部长作为指挥官，那我们国安局也成立了一个情报统合小组来负责掌握相关的一个反恐维安情资嘛。那我认为说，如果就目前来看的话，是由我们行政院中央安全指挥中心来做一个任务组织的话，那我们这个部分就是说要怎么样跟台北市政府还有四大运维安处之间来做一个协调沟通呢？就是这个沟通上面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没有啊，在这部分我们是不但有国安局每个月都有一个前次应验会议啊，都会针对这个四大运的维安部分来做沟通协调。另外，我们国土安全办公室啊，都也主动要求他们来，我们就会召开会议啊，协调会议。到至目前为止，已经举办过非常多次的那个协调会议哈、啊。那也协调我们的特勤部队都来参与整个的维安工作。嗯。那在这部分如果委员有需要，我们再整理一份资料给您。好，那再麻烦那个我们国土办这边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我。好，那我认为说，因为我们这个四大运虽然说是办在台北，但是它是属于我们台湾全国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那尤其是因为我们国际上面呢，这个恐攻事件非常的频传，发生的频率非常的高。那我认为说，我们甚至是其他的县市政府也应该要保持这个维安的一个警戒。那我们也不希望说，万一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台湾，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台湾我们政府呢应该要做好各个单位的一个横向沟通的联系，那来确保说各项的维安资讯可以做一个沟通上的一个顺畅，那一起来做把这个维安工作做好。那我们希望也说这个部分不要有一些差错出现，这样子。是的，是的。好，那麻烦谢谢主任，那麻烦就是提供您刚刚所说的那些资讯给我。好，好，谢谢，谢谢。那请你回座。好，副署长，再来，我想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您知道我们2017年四大运台北市维安警力的一个反恐维安演练的目前的场地在哪里吗？跟委员报告。好，有关四大运整个维安的这种工作哈。对，我们是承国土办还有国安局的指导。嗯，那警政署是站在协调联系，然后另外我们目前哈是根据我们署里面所定的纲要计划，对，哦，针对主要的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还有新竹，还有新竹县，就总共有五个县市，有五个县市。那这个赛事的场馆将近二十多个，那我们针对这二十几个的这个赛事场馆，我们都有定有一个赛事场馆一个警卫的计划。那署里面现在是每个月召开滚动式的这种管制会议，就是这五个县市它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不足的部分，那由我们警政署来协调联系。另外在中央的部分，国安局还有我们警政署也办有相关的讲习，从高层、中层到执行面，我们也办有相关讲习。所以整个在协调联系方面，目前是相当的顺遂。好。副署长，我想您刚刚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说我们在横向沟通的这个部分，我们警政署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想请教的副署长的问题是说，你知道我们在维安警力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目前我们台湾就是北部的部分训练场所在哪里吗？哦，跟委员报，目前我们维安警力，当然我们警政署是我们保一的维安特勤队。对。那另外我们在中部、南部也有分支的派遣警力。那另外，如果整个四大运啊，但需要动用到，比如讲是宪兵的，或是陆军的，或是海巡的，那我们会由国土办啊、国安局这边去做协调。那看状况的需要啊，经由统合，然后再由判断去做支援。副署长，我想我跟那个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这边刑事局其实有
调一个资料，就是说，我们台北市的反恐维安训练单位呢，其实有六个地方，就是长枪训练地方，还有这六个地方。那其中呢，三样部分是在我们像那个城镇巷战，还有室内战斗，还有那个反劫持，这三个部分呢，是在我们民营的一个训练中心场所来做一个这样的训练。所以其实从这个表格上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特勤中队的一个训练是没有一个官方设置的一个专业模拟的场地。那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成效，就是说在这样子民间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成效，我想请问一下副署长，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谢谢委员的关心。确实，我们反恐中心的建制有点延宕，对，但是这一阵子正在积极的赶工，那预定到明年的一月份。明年的一月份，人员进驻开始运作。那届时啊，不管是我们本身警方的维安警力的训练，甚至我们也可以开放让其他的友军的这种维安警力啊，一起共同来训练。好，所以说因为我得到的资料是说，警政署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反恐训练中心的主建筑物是要在105年的8月8号有竣工报验，那9月20到9月21号是做验收，那预计在10月26、27要办理复验，那并在12月16日要派员进驻维运。所以刚刚这个资料跟我们刚刚副署长所回应的部分是有点出入的嘛？是我们最近是在明年的元月份就要派员进驻。所以你确定就是明年的元月份，元月份会这样子进驻吗？是吗？是没有错。好，那我想这个国家级的反恐中心呢，其实是为了要因应我们当初国际间一直发生这样恐怖攻击事件，来提升我们国内相关的一个反恐训练的一个能量所设置的一个单位。那从原本警用的训练中心要升级到一个国家级的反恐训练中心，我想这个建造的过程，副署长应该都非常的了解，经历了非常多的时间，那也有经历过说我们经费透支，还有土地开发作业延迟，以及厂商终止契约，甚至是被这个监察院提出了一个纠正。那我想在这个建造过程当中，其实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那在明年一月的时候要这样子进驻，我是非常的乐见其成。那但是我有接受到一个讯息，就是说在今年初警政署有向行政院提出说要把这样子的国家级的一个训练中心回归到单纯警用层级。我想请问一下副署长，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其实功能上面没有什么差异，因为谈到那个整个功能上面，因为我们还是有部分像核生化的部分还是要借用国防部的帮忙，用他们的基地训练，所以当时定位这个国家级，认为说通通涵盖在里面，确实有困难，但是它功能上面主要的功能上面还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就对了。是是。好，那副署长，我想说，其实我们在这么就是建造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中心是过了非常久的时间，那这其实也说明了说我们政府在这个部分不够效率上面是不足的，所以我在这边也希望说，副署长你要真的就是明年真的是可以让他验收完工，然后正式的启用。那我也希望说这个部分要副署长继续的督促。那其实我也非常肯定我们警察同仁的辛劳。那在目前我们这个国内的硬体设施这么不完整的情况下，我们警政署呢和其他的反恐单位仍然能够这样努力的克服这样子不足的问题，来做到精实的训练。像前一阵子在林口市大运选手村的维安这个演练，其实就做得非常的好。那所以在这边我要肯定我们警察同仁的一个辛苦。那我也希望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也希望说我们那个训练中心能够赶快的启用，让我们的警察同仁还有说反恐人员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训练场所。好吗？好，谢谢委员的鼓励，我们会继续努力。好，希望副署长在这个部分再继续督促下去。好，谢谢。好，谢谢。请刘思芳委员。
哎，谢谢主席啊，主席辛苦了，十二点还没休息哈。谢谢主席。我想先请我们法务部调查局，还有国安局，请王副局长，还有调查局。好，两位副座哈，辛苦。我想直接先切进来哈，我今天讲的不是属于国内的部分，而是国内跟国际上对接啊，我们在反恐情资上面以及相关的这些资讯啊，是否够充足，可以保卫我们自己国境的安全哈。所以我想要先问一下法务部调查局，前一阵子第一银行的盗领案哈，调查局当然是有参与在内，但是现在的结果是怎样？就是说用你们的观察哈，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我们大家知道第一银行里面的 ATM 哈，里面的整个系统的操作，不管它是过时怎么样，人家就是有可能在国外运用他们的不管是骇客的技术，可以到台湾来哈取得我们台湾的这些洗钱啊，或者是电信诈欺案。那这个事情在国内有没有可能继续发生？我只能讲说，我们把这个案例，我们尽量的让所有该知道的单位去了解。现在好，该知道的单位，其实你们大概有通知，类似像财政金融单位嘛，哈，在他们的这个 ATM 的那个这个机器里面呢、啊，自动柜员机的机器里面做修正。那现在修正了没有？你知道吗？我知道金管会那个地方跟银行局那个地方有积极的去做宣导，但是他有没有完全修正完毕，其实我并不知道。可能还没有嘛，对不对？好，那我来问一下国安局好吗？好，谢谢。国安局，我就是要问一下哈，在第一银行的这个骇客案或者电信诈欺案里面哈，它有很多多国籍的犯罪的嫌疑人，而且这些多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几乎都是讲那个俄罗斯的语言哈，你看看。有来自拉脱维亚，来自罗马尼亚，还有摩尔多瓦，这个国家我们还不一定知道，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跟俄罗斯是有相关的？为什么我要这样问你呢？在国安局自己对外揭露的这个全球的恐怖指数的这个里面呢、啊，俄罗斯它的全球恐怖指数是第23名，23名算高哦，算高哦，好。那我刚刚为什么特别问法务部调查局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自己的财政金融单位不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有这个非常有用的这个电信诈欺的方式、洗钱的方式，在做防治的话，可能还有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好，甚至是对于我们自己国籍银行在其他世界各国的分行，有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切进来。这个部分不一定是属于硬体，而是属于软体的部分。那国安局怎么看待这一块？而且我不晓得国安局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做勾稽，就是说，万一这个俄罗斯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呐、啊，好，那万一他们是有俄罗斯的情治单位身份怎么办？我想跟委员报告哈，我想这个有关第一银行 ATM 的这个案子啊，我们局里面从资通安全的角度啊，那实际上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案例查的结果，我们都送给了国安会跟行政院的这个治安处作为一个参考。未来我们这都属于关键基础设施的一环，所以要特别重视治安的问题啊。那第二点就是委员所关切的，说这些人是不是具有这些身份啊等等。据我们初步的了解啊，还没有经过详细的一些指证，基本上这些都没有具有特殊身份跟背景。那有我对不起，我插话一下，因为你这有语病，你是查证过还是你刚听到？我听到是没有详细查证，不是稍微查证。经过查证之后有没有？这里面有的都是犯罪，有一般的国家里面有犯罪嫌疑这个记录的人，一般的犯罪，但是不涉及其他的，譬如说恐怖分子或者是情报。没有这种资讯会，不是特殊犯罪分子，是不是这样？没有这种资讯会。那能不能想象得到这种事情会不会继续在台湾发生？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现在的状况，我们的金融单位、我们的银行局也不做任何处理，有没有可能继续发生？如果资讯再不能够做一次解释的话，我相信还是会有漏洞的出现。现在的资讯并没有做这样的解释嘛，对不对？行政机关怎么去做处理，我想这个行政机关的对会有他的权责在。对，那为什么我这样提到呢？这个第一个就是他的盗领案的金额啊，绝对是不是只有很少的金额，如果是变成大量的金额的话，其实会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好，
那我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领土里面的安全的防治等等这些，其实我蛮有信心。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关系啊，所以对于从国外来的资讯能不能 update， 能不能一直不停的更新是有疑问的。所以说特别请教两个单位，因为你们两个单位会有涉外的这些人员在帮忙哈。好，我还是一样，为什么回到我们的国安的报告里面哈，你们有提到说世大运呢大概会有150国12000人与会哈。那就我所了解，现在跟台北市政府签意向书说愿意来参加明年的世大运的国家大概是在79-80左右，会继续增加，好，会继续增加。那我用上一次韩国光州在办世大运的时候，一共有174个国家，12885个运动员，差不多就是这个规模，差不多就是这个规模。在这个规模里面，174个国家里面，有哪一些国家是属于恐怖主义冲击比较高的？来，我帮你做了，我帮你做，嘿，你不用那个，这不是考试哈，那个调查局的那个副座，你先请回，嘿，你看一下哈，伊拉克，好，阿富汗、奈吉利亚、巴基斯坦、叙利亚哈，这是上一次光州世大运，你看一下来的人数不少，奈吉利亚来了51个，在下一页，好，请看一下哦，也许我们都不认为，但是它事实上是泰国呢。他在恐怖主义冲击的分数的排名呢，他是第10呢，还有菲律宾呢，啊，都在我们隔壁呢，还有中国，还有俄罗斯。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在我们自己邻近国家里面，有可能来参与的些人里面呢，我们怎么样防？我们在资料的勾稽上面，怎么样可以做最好的、最新的状况的勾稽？那国安局有没有应变的机制？我跟委员报告哈，我想。我们针对曾经举办过大型赛事的国家，我们都有派我们的这个干部去做现地的去做一个了解。那据当地的这些执行治安的一些机关呢，都愿意跟我们来做一个合作跟协助，也愿意提供当时的一些选手的名单给我们做参考。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去现地了解他是怎么去做的，怎么去收集情资，怎么去分析过滤情资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针对于明年要举行世大运，事实上跟相关的一些国际合作友方都已经建立起这个联系的机制，他们也很正面的回应，如果说我们有任何的需要，他也愿意来协助，尤其是在情资这一部分。那国内这部分也跟驻华的一些相关机构 也建立了一个协调，那么他们也愿意适切的来做提供。是，但是这个都仅止于说他们愿意帮忙，现在还没有实质上进入真正帮忙的程序嘛，哈，所以应该还没有了，就是只是会议嘛，只是交换意见，然后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嘛，哈。那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情资的这个方向，到底有没有真正掌握住？我们与其相信是有了哈，可是在的世大运的情势里面，你们又有提到伊斯兰国可能会拓展东南亚的势力。这个不一定是局限于运动员或相关的运动团体本身，还包括有可能是观光客，或者是到我们这边的外籍劳工，好，也许有可能是里应外合，然后他们讲的语言又不一定是台湾的人能够听得懂的，不一定是英语哦，也许是泰语，也许是印尼语，也许是中东的任何一个我们不了解的语言，好，他们说不定在那个地方讲这个炸弹防治的事，结果我们兵来郎中搞不清楚状况，也有可能这样子，所以要掌握其实是非常的难呐，哈，会非常的难。那在国内的机制上面，因为我们有几次办理大型赛事的经验，比较没有关系，我还是会担心，就是如果真的有掌握到这样名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第一时间内的反制？我想这个如果掌握到具体的名单跟具体涉嫌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会送给移民署，在第一时间你去做一个尽管、啊、那么当然外交部也必须要提供给外交部，外交部做在审核名单的时候，我想也可以做一个参考，所以那必须要有具体的事证的时候。另外也跟委员报告所提的这一些，那我们在每个月召开的反恐情势应会里面，都有把东南亚地区尤其我们周边国家发生了一些恐怖的活动跟恐怖的情势，我们去做一个情势的研判，也提供给台北市政府的主委，这个世大运的主委会里面做一个参考，然后大家来做一个相互的沟通。那么我们针对一些高风险的国家或者有高风险国家的选手，
我们都做一个滚动式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依照维安的这些层级我们再区分等级，我们做滚动式的一个调整修正，一直到最新最这个的发展，我们再来做这个后续的延处。好，这个也是一般的机制了哈，但是特殊的国家他们不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我刚刚所提的前面四个国家，坦白讲跟我们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是间接又间接。然后如果我们的友邦国家如果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他们也不一定愿意跟这些人合作。他们合作的对象可能第一个是选择是俄罗斯集团的国家，也不一定。好，所以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国安局还是要想办法突破属于外交上面的障碍。因为这个反恐的机制，我不相信俄罗斯的人呢，他们会鼓励反恐的人，虽然他们也是有可能是侵略其他国家，但是反恐的部分对我们来讲还是列为重要的机制，不要影响一般的，因为毕竟不是战争行为，好，不要影响到一般的这个民生的部分。好，那另外我就是要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跟哪一些国家曾经签署过任何这种反恐的机制？如果委员需要，比如说移民事务的协定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部分？我想是不是请有关单位里面来做回应？好，移民署。好，我们请移民署。好，那国安局那个副局长，请移民署。好。委员好，我们移民署自从100年开始就跟16个国家签订有移民事务及人口贩运的一些协定，或16个国家，对，16个国家比我们的邦交国还少。我们还在努力当中，还有一个三个潜在的正在努力当中，这是这几年的成果。只有16个国家，目前16个。可以再继续增加吗？我刚有提出一个数据，就是说世大运大概来参与的国家会有高达150个到170几个左右。那如果现在移民署跟你签署的只有16个国家，这个连1/10都不到，好，那有没有可能有还有努力的空间？当然有。我们移民署正式成立是几年？96年，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当中。刚跟委员报告，我们还有三个潜在的正在协调当中。三个潜在的到明年世大运的时候是19个，还是不够多，还是不够多，可不可以再增加？当然是我们希望说全面性能这样好不好？因为如果你要签署跟这个部分反恐相关的，不在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跟我们有任何的其他的关系，不一定是外交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潜在上面跟我们的互动比较强，也许会有恐怖分子等等这些，譬如说不一定特别指明了，譬如说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属于我们自己台湾周遭的国家，越来越频繁的观光、商务交流等等这些，有没有可能尽快签订？因为我刚也担心会包括类似像这种诈欺洗钱的防止，也是属于恐怖行为的一种。对，委员，您刚提到几个国家，基本上印尼啊、越南，我们都有签。不过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主要还是移民事务跟人口贩运为主，但是这方面反恐的合作当然会合作，会合作，但是不过签的协定或 MOU 主要是针对移民事务跟人口贩运的，主要的内容是这样。这样子是吧？移民事务跟人口贩运的部分。人口贩运是。如果签的话，对我们的机制有比较加强吗？还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用？移民事务的话，移民事务我们现在定期跟移民事务主管机关各国的主管机关是每年定期都有会商的，甚至说国际线上针对人别、针对伪造护照等等，都是及时都可以来做人别上的确认及协助的。当然了，你们在国境把关嘛，所以我现在希望这个所谓的 MOU 啦，不管它是具有什么样子的哪一个位阶的效果，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内的安全非常重要，好吗？好，那请移民署自己继续加油。 好，谢谢。谢谢好，请林俊宪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不在，请徐真卫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不在，请黄昭顺委员不在，请王惠美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不在，请陈欧珀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
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陈赖素美。陈赖素美委员不在，请郑运鹏。郑运鹏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不在。好，本次议程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之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次会议由委员林长佐跟林俊宪委员提出书面的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以两周之内答复。委员以口头质询有尚未回答部分，要求补充的资料，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散会。